好，主席，大家要站哈。以下是我的业务咨询。我们现在全国啊都在讨论这个停水的问题哈。虽然现在已经别人县市已经有几个县市已经在开始哈限水了哈。那我们台中市啊，天生丽质，到目前是还没有要限水的状况哈。不过咱总是要未雨绸缪嘛，对不对？所以啊，在这我要请问咱的这个金发局哈局长，你有没有这个限水的抗旱计划？谢议员哈，我们基本上事实上在三月底的时候就成立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抗旱的一个小组。对。那我们事实上也有提醒市长说，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提前进到第三阶段，未雨绸缪。所以事实上现在是有一个专案小组，由林副市长来督导。大致上你的内容呢？大致上其实台中你总不能组个小组而已啊，总是要有点哈。是。到底的计划内容是什么？大致上我们是希望从一些非民生性的用水先来进行一些节水的动作，比如说这个浇灌的部分、建设局的部分，或是说这一个清扫街面的部分，我们请环保局跟建设局能够去跟都发局所开辟的这一些工地里面有一些地下水的部分可以先来做使用。 对， 對局长，咱现在齁，尤其是台中市这个漏水的问题，而且最近啊经常有人在提起这个漏水的问题。是。那台中市自来水漏水的问题其实非常的严重哈。那你对于这个漏水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作为？报议员哈，基本上我是代表市府在台水公司担任董事哈，所以我们在董事会的时候有再三的提出，我想这个是从胡市长一直以来的政策了，就希望水公司市区处能够加强漏水地区的一个改善。那现在中央其实上每年都有编七亿的经费在水公司这边，能够希望能够针对老旧的管线先来做汰换，所以我想这个政策是延续的。所以啊，你应该怎么样？应该在你台中市的管辖范围，对不对？来对，配运用我们台中市政府的资源来配合这个自来水公司抓漏，是不是这样？是。那对于老旧的管线也应该要换一换呐，哈。因为虽然这是自来水公司的事情，但是它可是在浪费我们的水呢。而且台中市这个漏水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啊，所以你们应该要积极一点呐。是。像这个很多管线都是老旧了，为什么你们都没有配合我们市政府的一些局处啊，来告诉他们说这应该管线要换的就该换啊，啊该抓漏就要抓漏，你们似乎好像都没有这样哎。包议员哦，我们现在的策略是这样哦，因为建设局刚有一个法规是说希望能够统一来做管线施工，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作为这个水业务的主管机关哈，如果自来水公司它要积极的去改某个地区的水管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立即通报建设局，嘿，那其他的机关统一来做。局长，我要告诉你，就是说台中市自来水很严重的在漏水啦，因为漏的水哈是我们在用的水，非常的浪费。现在没什么水啊，那水又流流去，对不？咱也影响到咱的民生问题啊，这非常重要的事，你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公共事业是你们在负责联系的啊。是。所以这个漏水问题，你一定要把它处理好，好不好？谢谢议员。好，你请坐。谢谢。前不久啊，新北的一个消保官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那个就是哈，台湾自来水公司停水限水时啊，也应该减收基本费哈。分析啊，觉得这非常的有道理，非常的哈，非常的合理。决定，自来水公司如果在限水或者是停水的时候，应该要减收基本费，你认为怎么样？八议员，这个是非常应该的事情。那你是不是要负责去交涉，负责跟自来水公司？联系跟他建议，因为这非常有道理啊，
你若没有供水，对不对？那你就基本费应该是要减少啊，这非常合理的事情啊。是，他有一个办法，但是我觉得那办法还不够完美。不够完美，那你要去跟自来水公司，要跟他交涉，好不好？是。因为这关于到大家的权益嘛，你若没水，你总是要减收这个基本费啊，这非常合理的事情啊。是。那人家台北都已经在听说好像已经有这个减少基本费啦，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跟着这样做？北水公司的规定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台水跟北水不一样，但是台水的确需要加油。好啦，我告诉你啦，这是市民的权益啦，非常有合理啦。你若吼无水给人，你就是爱这个减收基本费，这合理的代志啊，对吧？你要为我们台中市民争取权益啦，好不好？同意。好，谢谢。我想请问我们地方税务局局长，你可以告诉我102年度的税客收入是多少吗？收入哈，实增数是392.6亿。那93年度呢？那103年度呢？103年度是397.8亿。那103年度比102年度增加多少？那就是增加4.2亿。5.2亿啦。5.2亿，对不起。决定。像103年度。比102年度嘛才增加5.2亿，对吧？是。那去年的景气还算好一点，今年的景气根本没那么好啊。你今年要达到这个课税目标，一旦达到都已经阿弥陀佛啦，都已经爱掏球啊。你今嘛叠追加预算，你不搁摕14亿，这14亿要从何而来啊？是报告议员。就是我们去年在编列104年度的预算的时候，我们编列的金额是376亿，那追加14亿以后的预算是390.9亿，那还比103年度的实增数少了7亿。追加完以后还比去年的实增数少，那我们是因为就是在分析以后认为是可以达到，所以才。追加14亿，不可能啦！以今年的这个房屋这个交屋哈，他们都我有听说这个量都减少了，都不可能了。而且去年又选举年，所以他整个景气都好很多。你今年要达到这个目标，不可能啦！所以呀、你坐下，哇，特意看了你的工作报告，你就是要怎样？你就是要加强基征工作嘛。那你加强基征工作，动辄就是几万件，这几万件当中，你就是扰民啊！而且本来非常大家就要用很多的时间来配合你们的基征工作，而且一些本来可以优惠的地方，因为你们的紧缩，所以都没有优惠了。你就是为了要满足你们林市长税入灌水14亿的目标嘛？有定，我在这哈，要给你提醒哈，你这个14亿哦，不可能啦！你千万不要为了哈达成灌水的目标，来哈过分的扰民，造成民怨。我更要警告你，台南市政府，你有没有处台南市政府啊？台南市政府就是因为税入灌水做假账，被监察院弹劾。如果这样子哈。那就不好看了，局长，你要了解一下，不要被监察院弹劾啊，好不好？做假账哈，被抓包就很不好看呐。有关我们台湾经济发展，许多未合法登记的工厂哈，我想问一下我们经发局长。许多未合法登记的工厂有多少？没有，我们从两个数字上面来推估的话，大概16000到17000左右。
这么多。局长，这工厂吼，拢请真请请真侪这个工人吼。那我们这几年这个台中市的失业率，在全国上哈，可以说是比例算很低的了哈。所以讲，因对咱这台中这个经济发展哈是非常有贡献的哈。那对这些工厂，你有没有什么辅导，还是说这些可以给他们协助的措施，有没有？基本上这个是中央跟地方要合作，而且这个是一个两党的政策。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第一个109年截止的那个临时工厂辅导的部分，能够在中央的协助之下能够延长。好，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当然加速开发工业区，我们现在有4个还在走。那另外我们还会再挑另外37个地方继续走。第三要跟议员报告就是说，之前中办经济部有一个计划，现在目前有52个临时的，就是说它大概都5公顷以下的。这部分我们希望辅导它继续合法，那变更它的丁屋变成丁种建筑用地，这样来解决临时工厂的问题。嗯，局长，我是替民众在问啊哈，民众说。他现在在申请我们临时厂登，他在县市合并之前哈，也买了这个农业用地来盖工厂。那现在在申请临时厂登，他没有公共安全的疑虑，也没有污染水源，也没有制造噪音这个超量的噪音。那像这样，他们要申请临时厂登，这样好过吗？我们觉得是应该是蛮好过的。那未来我们持续努力我们希望能够组一个团队辅导团队来积极辅导。我刚刚是在替民众问，他会看到哦，你说没问题哦，是不是？没有问题，我们有信心，我们会改变我们的作为，化被动为主动。好，所以刚刚我所讲的那样，就是没问题了。是因为这个时间非常的有限，到6月就截止了，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加油。嗯哼，好，所以啊。本席也想建议你哈，既然像这个工厂对咱台中市经济发展这么有贡献，所以讲你们哈应该给他们一个缓冲期哈。那也不要他们既然没有这个污染水源，也没有公共安全的疑虑，那也没有制造那些很大的噪音，那既然他们还要养很多工人，你就不要赶尽杀绝，好不好？让他们有这个缓冲期，在你们还没有提供这个适当的这个充分的工业用地之前哦，不要对他们开发了。你可不可以这样做？我们都跟议员的心情一样，以善为念。好，最好是这样哈。好，谢谢局长。谢谢。还是一样要问你啦，不好意思啊。你最近有没有看到新闻说我们新北福州的合一住宅？这个新闻我们一直有在关注。好。他因为他的合一住宅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啊有一些品质上的争议哈。那我想请问你，我们现在精密园区在盖的这个劳工合一住宅，咱数量有多少？进度安怎？进度的话，上个月该开工了。嘿，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赶在年底，或是说最晚不要超过明年1月的时候能够完成。那总户数大概也有一两百户左右，200多户左右。200多户，对，我们大概保留23户是出租，其他都是已经抽签公平的配售给这个精密园区里面合格的劳工朋友。那不管租的价钱，或者是出售的价钱，都差不多几折？市价的部分因为我对台中的房地产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我们这个房子大概是每户大概平均每坪是12万左右，算是蛮便宜的了。所以啊。它是在市价的差不多6到7折啦哈，比外面的市价还便宜哈。那本席在这里要告诉你说，虽然不管你出售或者是用租的，这些价钱都比外面的这个房价都还便宜哈。那虽然便宜，但是品质上绝对不容打折。所以本席在这里要求你，这个品质的监工、品质的监督一定要非常的去注意。袂使因为比外口较俗，就凊彩做做诶，好不好？是，局长，这非常重要咧。到时候起起诶品质无好，又变成蚊子馆，这非常严重的问题呢。本席就是非常担心你们会监督不力，凊彩起起诶。所以你可不可以做到？
我们一定做到，也欢迎议员持续给我们鞭策跟监督。好，最好是这样哈。好，谢谢。以下是我的优质询，谢谢。啊，谢谢朱婉莹议员哈。那接着我们由黄先议员来啊咨询。好，谢谢主席。各位大家早早，早安，老早，早安。早。哎呀，你嘛骂呢？哦，无迄，那国民党来甲恁咨询，你落结果吼，一个那咧足可怜的安尼。哦，啊，那民进党来咨询哦，恁都头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搞我咧吵死。我还讲林局长，我甲你老朋友啊吼。我刚刚我替你足欢喜的，因为你的财政经验很丰富吼，啊会当过来做局长吼，真欢喜啦吼，替你欢喜。但是吼，我想到一件代志。如果今天吼，你后边吼会主政的是国民党，今天吼，迄个民进党唔知要安怎甲你处理啊？你知吼？唔知要安怎甲你处理？所以我问讲，佮今天是第二天的这个小组的业务咨询，啊，你昨过得好无？昨天过得好吗？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我一向过得很好，请你放心，谢谢。我是要跟你问讲，这两天吼，你第一届吼，第二届的这个议会业务咨询啊，好，你搁在你的后边迄个是民进党，所以民进党议员没跟你修理。但阮国民党吼，其实嘛较故意吼，较歹讲攻击者，所以你我相信你买好花过关啦，那是我的恭喜啦吼。啊，这就是吼，但是迄德性无同啦，啊替人。处理工作做代志，那后边迄德性无同的时阵，绝对结果嘛无同的啦。吼，你只甲你讲者。好嘞，局长，我感觉吼，因为你对头到尾拢有两句话啦吼。你讲每分钱都要花在刀口上，还有要开源节流的吼，这是你的名言啊。但是呢，我嘛感觉这是财政局长应该要有的这个态度吼，也应该要有的目标啦。可是呢，到目前为止哈，我们当然是还看不到节流了哈，因为这个这个追加减预算呢，很明显就是编了六十几亿嘛哈，还借钱。然后，但是我们想要知道哈，怎么开源呐哦？那我要问一下林局长哦，目前我们台中市政府对民间企业投资案件有几件？我想，对于民间投资企业。已经有完成的有三件市场用地啦，伊企业啦 ，Costco 啦，甲四八十一啦。那么最近完成诶，林局长嘿，伫后里遐有两件啦，一个是千年，一个是迄个落去龙来标起的土地，因为做桥市啦。要做桥市？对，桥是在后里的部分。所以呢？从这个今年度来是没有对民间投资案件吗？有没有？我们有了在开会评量中，我们张市长会很负责的把这些各机关提出来可以促进民间投资的案子，那么里面大概有十几案，有的还在评估中，由各主管机关他们自己掌握。你像进前。迄、那个电影城都无哪叫来办嘛？有关市场甲产业部的土地。你免讲遐济，我刚刚甲你问讲，即卖有几件尔啦？那么详细。啊，所以你我咧问你，你拢无讲出迄个，你到底对这个今年度咱林市长接任到现在，到底有几件啊、我们市府对民间企业投资的案子？好，那你请坐好了。我们是在想说哈，他到底要怎么挑选投资目标啦？到底是透过介绍还是透过谁来说？所以我们市政府呢才会觉得这个案子是值得投资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想要来探讨一下哈。啊，我今麦咧讲的，你应该吼，我咧讲这啊，你都不爱讲这个吼，我啊真奇怪。嘿，台湾港务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这2500万，你不是提出来讲你要投资吗？啊，你不是讲要投资，我咧甲你忙，你就挑低顾左右而言他。哦，你这个林局长吼，我以前就足尊重你，你嘛呢？你嘛甲我尊重一下。要有说明吗？2500万啊，没有这笔吗？
没有投资这一家吗？有有有，这个。为什么我刚刚问你，你就是不讲这一件事情呢？我讲说有一出餐的案子，不是我们投资的案子。我跟你讲，我们市府对民间企业投资的案件啊，你就是不讲这一件，而且这一件哈，这一件你到底是还在评估呢，还是已经评估过了，准备要投资了？我们评估过了，评估过了。评估过了，这个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哦，很好的机会。对。那我问你哦，是你建议我们林市长的呢，还是谁推荐的，还是林市长自己决定要投资这一家公司的？我想这个是台湾港务公司，他前管专线有七个港口，七个港口去年赚63亿啦，啊，实际上我分了59亿啦，啊，这摆伊将一寡工费甲分了伊这投资子公司啦。所以这个他今天所有县市政府来催咱俩，催咱投资俩，其他管区无参加，那么其他管区嘛讲了，所以这个投资我们很肯定的，他所以是财政局长，你们大家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的，是吧？这个我们当时是台湾港务公司他的主公司的董事长，他也到台中市来开过会了，那理他的总，你不用解释啊。来，我要跟你讲，就是说台湾港务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这其实是一个子公司啊，对吧？哈，子公司，然后呢，他做的就是物流嘛，哈。啊，物流呢，可以让我们市政府呢这么同意的去投入2500万，那你的看法是准备怎样？你是认为这家公司我们投资2500万就会赚很多钱，是吗？财政局长，我想有两面，第一个业务的参与。我们能够参与这里，那、啊、你是要参与业务，是我们准备派人去做物流吗？不是，我们给予参与以后，我们会争取，希望说给我们一起董事或监事，我们会争取，他们也会尊重。那么台中港有发达会有发展的潜力，所以对于这个案子，他一不是刚做讲物流呢，做仓储，还有将来整个他利用。现有的寿司、港务寿司加码头啦、增加春节啦、惠文啦，对于台中这个台中这个产业啊，将来要出去货物从港出去，将来好来来来，财政局长哦，我你安尼浪费我足侪时间呢。我问你，你投资这间公司啊，吼，你讲遐物流吼，物流哈，啊，佮有迄个仓储的部分，所以恁投资这间吼2500万甲投资嘞吼，都会予咱家发电是嘛？是不是会帮助中期的产业啦？那么这个实际上的业务，将来投资以后就金化局来处理了。好，来，我问你一句话：我们2500万投资这一间，第一个，你刚刚说会怎样？会赚钱。会赚钱哈、你讲的会赚钱，对不对？会赚多少钱哈？评估过了。评估多少？会赚多少钱一年？赚多少钱要看他实际的结算啦，啊、不是啊，你预估嘛，不然你怎么投资、那么我是从过去一几年做的营业额盈余63亿，提出本国管区的59亿，那台中市政府分2亿5000万，所以我觉得说整个我跟你讲，你讲的是那个母公司吧？对，你现在投资的是子公司哦，哈。啊，我是唔知影讲吼，咱政府投资这类人民间企业子公司可不可以啦？因为我还没有问到底可不可以啦，法律面可不可以我不知道啦。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您搞出这2500万哈，我还是搞不懂你的目的是在哪里啦。比如说你说台湾港务公司哈盈余分配对吧哈，你讲能用挖的，你台湾公司分配到了吗？台中市政府分配到了吗？分配到多少？拢总是59亿提出分了。好啦，你讲偌济，咱大中。两亿五，看你对。我以省税入，我那不快。我们在本预算编了1亿7000万，这一次追加预算就5000万，还留3000万没你没用。没有啊，你有税入吗？还是你只有编税数？列到预算里面是，我们总预算里面。总预算的税入是吗？对。所以你的5000万是你的5000万，是不是会不会是因为你把那个5000万？他们给市政府，所以呢，你就拿2500万再回馈给这家公司。没有没有没有，这个2500万要用市政府。你说没有嘛哈？来，那我问你啊，未来的股东台中市会派谁？这个股东要派哪一位？这个是我们所长去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
不是你决定嘛，哈、哎。那投资有没有监督的机制？投资什么呀？有没有监督的机制？这个投资将来我们应该把每年整个投资里面它的财报、它的结果到议会来报告。谢谢。到议会来报告嘛，哈。那我问你啊、哦，台中市政府只是股东，对不对？对。也没有董事，对不对？也没有主导，我们会也没有发言权。那如果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啦，有一天呐、啊，你现在很看好它嘛，对不对？如果有一天哈、啊，经营不善哈、啊，这个物流业已经不是当红的业务的时候哈、啊，我问你啊，是不是市政府还会说，哎呀，逃得碎了去啊哈，啊不，搁继续啦，搁继续编列老百姓的血汗钱，再挹注民间企业，会不会？不会啦。你当然会说不会嘛，因为你觉得看好他，所以你才投资嘛，对不对？公司投资也是公家投资的，所以他的这个。我问你啊，这家公司的资本额多少？十亿，但是现在先收十三亿啦，是不是本业登记要将来要收十亿的？那么第一次募集的部分，向股东募集是三亿，我们再增加一个，是吗？就会三亿两千五百万。我们参加以后，他还去找一家民营的公司，过2500万。所以我们参与以后，这个公司第一个阶段会募集3亿5千万，那么还是维持在49%以下这个民营形态。来，我等下吼要来问咱那个金发局长。他很内行，对。他很内行，嘿，对。但是啊，我觉得林市长吼。上任到现在哦，他都是先斩后奏的啦，吼，经费都还没有编列，还没有审查，然后呢，你们就已经答应人家要投资了，然后呢，就在广那个媒体啊宣传呐，吼，就广发台中港双港政绩。我跟你讲吼，请问一下，你投资这个2500万，都预在预算里面，就是我们议会都还没有审查通过。啊，万一啦，议会不给你的时候，你答应这家公司要投资，啊，人家担那个屁屁钱，哎，我问你，财政局你要怎么应应，还是讲，不要紧啊，我林显清嘛就有钱啊。谢谢谢谢。我叫好林显清，我曾经告诉他，我们这个钱要输过来，但是要完整法定程序再投资，他们也都知道。好了，请坐了、哎，谢谢。我们的林市长非常习惯的哈，先斩后奏，然后也不尊重议会啦，要被新闻民间的开始哈，广为宣传了哈。然后我们刚刚哦，如果财政局长哦，你如果不能替市库这个开源哈的话，那你就要节流哈。我很害怕你花出去的钱，就像当年追贷赶换哈，扑通一声就没有了啦。哦，你头先讲到哈，到处这间公司哈，会和咱的周边有什么发展啦哈？好，你头先是咩在讲哈？我来问金发局长，金发局长，我知道你在台北信义区哦，很有办法，你也是当包租公嘛哈，啊，很有眼光，你又趁着日币贬值的时候啊，又在东京房地产公司当包租公，金发公司进军美国，我感觉你最厉害，你要来搞我们尬，我们这议员散屁屁，吼，啊，要散死，你嘛来搞我们尬，那投资吼，可以赚多少钱？那我想问你一下。你刚刚说哈，市政府，我问你，到底市政府可不可以投资民间企业啊？我卖问你这好啊，给浪费时间呢，剩点我钱，剩几分钱我呢哈。我是在想说哈，这里十亿的企业让我们投资2500万呐、啊、哈。那如果呢，企业没有接到大单或大客户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人，就是说他没有接到这个大单。任何有利人士说服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贸然投资？像你这样子的有经验的投资客，你会不会贸然投资？我问你2500万，好，如果没有有利人士说服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贸然投资？政府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都必须要很谨慎的态度来看他的财务跟未来的一些。这些都是台面话了，我只是要想讲说哈。我们是不是在觉得你那个后面那个有利人士来说服说你们投资这家公司，是不是被监察院因为涉案被弹劾的003副市长？所以呢，你们才这么急着要投资，这是我对你们的一个看法啦哈，我对你们的质疑啦。还有我们投资民间企业，你刚刚说会赚钱，对不对？你谈到公委探景，我你那公委探景也行，我的怀疑哈，你跟与民争利。你在与民争利哈？那你说扶植产业啦，
我跟你讲，物流业哈、仓储业又不是新兴产业，我不知道你为了这两个理由要扶持这两个产业，投资2500万了哈。那我觉得啦，最后一个有可能就是，不然就是我们当冤大头，不然就是施政口号图利他人嘛，要不然就是指标性的投资。你投资完了以后，可能很多你的朋友。好，谢谢黄新辉议员啊、局长请坐。那接着由我们谢明远议员来咨询啊。对了，主持人哈，各位哈，大家好早哈，我请教财政局长、局长、林局长哈，林局长，好，局长家了，看家了，你没看秘录，看这边哈，不是很帅，但是很认真，来开开节目，局长。你已经足久啊啦吼！我印象中我82年做议员，你也做较紧啦吼。中间这4年断掉而已吼，所以你讲话搞讲话，跟你讲话吼，拢了足侪时间。你再这样讲，你都很厉害啦吼。数据讲好，所以那个林市长请你来是正确啦吼，请你来做。谢谢。但我讲哈，这建公司吼，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成立，知道吗？核准日期什么时候，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去年啦，去年。10月已经成立了，我讲去年10月初9，核准设立，最后核准变更日期是今年5月初6，是昨最后核准变更日期，所以他昨天才核准最后的变更日期是昨天，那么我们预算就变下去，准备要议会来通过，然后就是被这也过冬期。你会不会觉得这家公司你了解吗？你说凭过去以前的经验，哦，有碳基，未来有碳基嘛？他的主公司，还有你投资2500万，以他的资本呢是10亿，哦，现在目前实收3亿，未来目标是10亿。他未来目标十亿的话，现在才收3亿，然后我们投资2500万，如果他10亿的话，我们股份多少？我们能够做什么监督？你能够做什么的争取什么董监事职位？我好炸了哈！我想这个你也需要熟客姐哈，你们该谁你接来了哈？你要该谁我时间都无去啊哈！所以我讲建公司，佮涨到最后核准变更，最后核准变更是涨啊，5月6哈，哈，得鼓励找个切告。所以这家公司怎么来龙去脉，我想金华局长你要非常了解深入。2500万对来公司有够。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做联勤，或者说啊，我有投资搞物公司挂个房子，我唔知啦。你如果实际做，真的说到处按我业务增加啥点点，我不见得啦哈。你讲要趁钱，我看我炸啦。我想日后你可能还要追加预算，哦，所以这样哈，我希望我们金华机场哈，你要注意一下啦哈。还有，我现在请问一下，昨天我看一下，有些有关中科台积电扩厂的问题哈。你当时我们是招商嘛，哈？你招商当时为什么会核准他来，会想同意他来这里做呢？我了解好像是有条件通过，你该选择金华局长。主席好，谢谢议员哈。这个事实上，台积电它的投资所在地是属于中科辖管啊，所以本府事实上是对他的这个投资案，基本上是根据。基本上只能就他的环保啊等等这些的事项来做一个关切了哈，并没有说我们去招商什么的。好，那你我看是有条件通过环评，你站在那个招商的立场的话，你的看法怎么样？会通过吗？他这里面很多问题出现嘛，我想说十几万树啊用撤除掉，比方说民众要刷一张树啊，撤除啊还回来啦，要一张树啊爱家己自费，家己选所在。他十几万棵移的话是怎样移法？怎样砍？你有了解无？你既然是进化单位，你要带动大台中的一个繁荣，当然哦有遐义务啦吼。但是你如果引进一个会污染或对民怨的话，那得不偿失哦。总经理该解决不？八议员哈，这个案子事实上这么开发面积这么大、这么重要的公司哦，它基本上是由中央环保署。经过了5次的小组审查，再送大会，大会也开了，
很多次，所以这部分我们是以地方政府的角色列席。那当然他所提出的一些环保的承诺，包括说他之后会收购稻草啦，然后清扫路面，减少扬尘，而且还有他后续的一些植栽跟大肚山的一些保育计划，这个我想他们台积电公司应该有监督的立场嘛，而且是否有建议有建议的立场，拢上中央啊，行了。安启务既然说他，你们在上面写说哇，金花旗有招商台积电是你的功劳之一了哈，但是你要考虑到他来之后带来一些负面的，当然我们肯定台积电哦，他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做大贡献哦，都安做肯伯杰董事长，但问题在高安台中，为什么有些团体会抗议会反对？这一点你们当初可能没有列入评估，会吗？事实上我们都有密切在关注，所以我们才会用同样严格的心情来检视台积电他所提出的一些相关配套。他是我看你们最后结论是说有条件的通过环评，但环评不是你们，你应该有参与在内，有吗？最后一次的大会我是个人本人是有列席在那个大会里面。你觉得这个案通过可以吗？台积电来这里设厂可以吗？我们当然是会严格监督台积电它未来是不是能够履行它的相关的承诺了。你如果没有办法呢，没办法承诺的话，他们完全都已经失去了嘛，可以失笔了嘛，可以得走啊。如果他没有照我们的规定，你能够停止吗？你有这种权利停止吗？哦，你说中央给他通过环评，到地方受害，哦，大肚山呀，哦，居民受害，空气污染、排水污染。如果我们地方政府没有磨练你那个关节感动，那怎么办嘛？就任其这样吗？这个当然是地方政府当然是有权限啊。就像当初六轻在云林他出的事情，云林县政府也是勒令他停工，马上立即停工，这不用等工业局来下令，地方政府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裁决。你金华局是金华局来做下令停工吗？或是环保局？应该是各机关认定之后，好，那我主管机关可以来下令。我们要强力的，张官僚副市长哈，你也改写，你立马刚刚改出新哈。如果对这些案件，我看写了很多了。他说台积电每年收购1000公顷稻草了，减少露天燃烧，清洗8100公顷街道等等一大堆。万一来做的话，我们通过了那在失手开发。如果他违反这一些，比如七万十几万的七万撤掉，万一违反这些，副市长你们的看法呢？可以马上加停工吗？有这种权限吗？主席，OK， 我认为有，不但有哈，我对台积电这个公司真的它的记录是好的，所以咱可以相信。第二个，他如果做不好，咱绝对该发。啊，我感觉伊嘛别安尼做，这是我了解。我相信立马报警了哈。对，好，那么我们拭目以待了哈。好，谢谢。好，那个许市长对接官呢？对接单位金花旗吗？好，我宣告立宪哈！我记得上回报载哈，说我们前任董事长林连德先生投资人威币亏损1亿7700多万哦。我看新的当时对我加关心，要有报纸披露，你到现在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他就没有经过董事会通过，去市场内塞安的投资当投塞嘛？你有三个市场的，你万一上市了，比照办你怎么办？你到底现在处理的怎么样？我了解一下吧。先跟议员报告啊，林连德董事长当初这一个投资案，他的确是有经过董事会的程序，有经过董事会的程序，有通过吗？有做成记录，好，那算是通过记录的程序，没有通过记录，但当然是有通过啊，有通过。通过的话，现在亏损应该是整个董事会负责嘛，不是他负责嘛，是吗？我了解是还没有通过，你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好，我也给你拨通轨哈，李小姐哈。好，那么在最后时间有限，我请教龙 A 局，龙 A 局有来吗？局长哈，局长，我刚看你安尼红问教哈，拢未晓哈，啊，你嘛较认真嘞，哦，较有时间去看看册，不遐简单嘞，哦，只要大家以往加认真哈，很认真的监督哈，你嘛一条了解者。这个大溪白莲村，你知不？是。在哪里？白永进就是从我们那个新社那边。拉过来的一个白冷郡这个有一些溢流会可以到我们大坑来使用。现在呢？现在有吗？现在就是因为这个
水利局正在积极跟新社地区的居民在沟通，希望可以分一些水到我们我讲吼，大坑地区来使用。我已经大坑，我相当关心。民国1995年哈，我从做立法委员时，我就邀请经农委会的啊、水利署啦等等单位来开会讨论。后来说好，那么我们可以把白岭镇新乡要聚村的聚雨水哦，老了还有大坑人用，一大坑很多农产品嘛。是。所以孙啊，进孙啊无水啊，所以孙啊我都处理啊。生产。哦，农产品很多就没有水就没办法处理。哦，我是讲，北仑村既然它有多的水，移来大坑给大坑的农民使用，不行吗？从1995年讲到现在，我记得在1997年说，那个以前他们曾想过可以啊，哦，按表收费啊，哦，或者积水下来按表收费也可以啊。你那时因为台路线是不同县市长，所以不让不小心，你今天跟燕霞市话已经一改改两改改，到今不小心，我请教一个。就叫你我都处理不讲好久了，被告你哦。包演，这个我们要协同水利局，因为现在我们有成立新的水利局，这个这件业务呢，我们农会局你这件事你了解了解多久了？了解多久？已经有了解了，就是因为这个议题，我们已经有跟水利局长有这议题讲好久了，高长我你讲阿进，中央马波的处理。啊，地方马波的处理，而在县市合并、港捷区对马波的处理，你进第二届，我要拜托讲那个张副市长哈，既然到同样是港捷区长嘛，热天你马要去过嘛？遐热天吼，热天搞贵个都无水，遐农产品灌灌溉就困难，迄今年笋啊就无多会插无，吼、哦。知道。所以我你外久要咧协调多久？因为欠水慢慢来引下来嘛，你他们水太多的话，留在是流掉嘛，捞掉信息讲无你用个还价，好、哦，是不是经费问题、排沟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你到底你了解吗？到底是什么困难？困难在哪里？为什么没办法引下来？知道吗，局长？导演主要是一些在地居民跟农民的一些疑虑啦，好，疑虑你要召开座谈会啊，召开说明会给他讲一下，不会没有疑虑嘛？村里水刚老了，对吧？你无靠水慢啊引下来，是水节到老掉嘛，可惜啊，是这样这种观念呢，而不是强迫一定要给我们嘛。是啊，但现在溢流是流回去石科溪，也是流回大甲溪啊。对啊，所以我想说，你我希望讲哈，足紧的速度啦，多久可以开会？多久？你按什么会不会开？那我们下礼拜就找水利局来共同来召开这个。协调会好，和当地居民沟通一下，哈、哦，留一些聚红价，应该嘛是没卖的。这节供电，好不好、哦？还有，我再请问一下，你现在推动的流浪动物，现在也是你们的吗？哈、哦，我们有个专责的动保处，动保处不属于你们单位吗？属于农业局，农业局哈、哦，也是你们单位吗？是。好，那么我请一下，你们现在对流浪犬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处理？我们现在、就是、大坑地方、大坑地区也相当多流浪犬，哦，你去爬山摘哦，是，我知道，非常多，大家都丢到那边去，哦，然后爬山来造来加来用，哦，我想这很多居民的看法说，我们对流浪犬是要采取什么方式？我看你有 TNTA 了哈、哦，还有 TNVR， 你这两种是哪一种比较好？目前市政府是倾向哪一种 ？TNVR 或者 TNTA？TNTA。TNVR、啊、其实两种都可以同时并行来做了，两种或是你可能 TNT 可能费用比较高吧，你要信任嘛，是信任认养，但是我觉得说如果有人要领回去，你可以让他说委托说好，如果你要给我们信任，我们帮你信任嘛，不一定是这种要信任，动保处信任嘛，你信任有很多费用啊，你说好你喜欢这个果，你这个果它如果你要训练成有功能性的流浪犬变成家犬的话，那么是不是有些经费可以请这两年来付嘛，保险，不过有别的县市是有这样做哈，也有报道说有成功案例，现在台南市好像也有这样做嘛、嗯、哦 TNTA 有这样做嘛，所以我刚 TNTA 或许是最好的方式啦，但可能花一些钱，那如果 TNVR 的话，我想现在目前你们这样做，你像目前这样成效如何？成效如何？我看一样流浪犬还是很多嘛。主要就是沿途
管理要再加强了哈。那我们用补的哈，这个有认真在补这个流浪犬，但是也不容易。补了又来做结义，不容易补到吗？欸，如果打电话过去，我想等你们到流浪犬跑掉了，有的成群结队，哦，那你就害怕，哦。如果说你用 TMVR 的话，我想共那个环保团那个这方面的团体应该不会反对吧？是，大坑地区是我们列为重点地区，每个礼拜都会派捕犬车前往。现在学校也有在推动，我看每个县市在推动学校认养流浪犬的事情，你的看法呢？他学校认养流浪犬是给他训练，变成一个类似警卫犬，是这样。那有些我们台中市有在推动吗？有，就是前阵子教育局推动了这个校犬的认养跟补助的这个活动，我们有在推动。你目前有几个学校？我包医院目前还不。谢谢谢明仁议员哈，那接着由我们段伟议员来咨询。啊，朱学副起定，各位主管，啊，各位议会先进，所有媒体先进，大家搞炸。啊，首先啊，拜托者啦，如果你不是局科处长，请你先把官牌啊摕落来，好不好？因为看起来那桌28个局科处拢坐伫遮，先摕落来，好不好？摕落来，好不好？我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你新官，我也不晓得。当然，你若要摕甲这个牌仔坐座位，你可能还阁一段时间啦，是不是先退落来哈？拜托你哈！哎，我才看我讲你到底是不是主管哈？是的。啊，首先呢，我来就教于农业局局长。啊，你看你今年的年景甲奶鸡，你看产量会侪啊少？你有研究过无？有注意到无？有。包括一年大概应该会减30%左右啦，不止啦哈。因为今年无雨水嘛，所以吐红吐的出来的红短短啊，即几天有落雨啦，到底佫吐较长啊袂？我唔知影啦，应该是无法度啊，因为定型啊。受粉期间如果没有正常受粉，就很难。是啊，所以今年的回报拢短短啊。是，我应该你拜托一下无？你永丰年的农业局啊，拢去买啥物行机啦吼，和遐个财团啦，唔是和百姓。今年既然产量少，尤其奶鸡的产期啊，超14天至。至二十公这个卡达，买抢收啦，是不是编一个啊预算？对于这些奶鸡、年景，一年一收尔嘛，靠这生活，会当一点点啊补助无？可不可以？局长，你研究一下，给我补助一下啦。当然量也少，价钱较提较悬一点啊，但是补未过农民的损失嘛，是，好不好？是，给我想一个办法，补贴一下年景奶鸡，看还补起来还是？也是根据农户甲我补助者啦，因为今年一定会减收，你家己头拄都有讲剩30%，至少减少30%，至少减少30%啦。我也觉得不止啦，因为你土的红拢短短啊，我拢去顶礼拜我拢一个去看了，啊，你有去看无？我唔知啦，你嘛切一个时间来甲我看卖咧。我去看，我去看啊，我去看，我搁有甲代理太平，你当时去看，迄个专业书吼讨论过，啊，你足无意思诶。你去到我代理部，我不要拿通知，你足无意思的，看我足无去的啊！你要去看我的农产品，你嘛给我通知一下。我农业官的议员呢，我对我农民生活足艰苦，我拢看在眼内呢。顶住年1公斤5元呢，你知影偌可怜无？哈、啊，未去菜市啊，底3斤100，来个收1公斤5元。我顶你处理了，都不再谈过去式了。咱拢向前行的人，是，我该拜托，今年阁拜托你，阁差不多奶鸡，我看差不多阁正个月啊，都小块红，甲我算一下产量嘞。如果若真的有无法度达到农民的基本生活，拜托你补助一下，好不好？好啦哈，好，你答应我，好，你请坐。另外，我来照教伊啊，金花局啦哈，啊，你今仔是主角，我一定要甲你照教。当然，你请坐啦，你请坐。咱先讲啊，所谓的自来水哈，是民生必需品嘛，对吧？局长对吧？哈，是。就每一个老百姓都要有自来水。顶任的金花局长啊，跟我讲台中市啊哈，包括我代理五峰普及率93.7%嘛，哈，是不是这个数字我不清楚？是恁给我的。我请问局长，我五峰的自来水普及率偌济？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数字？包议员，全区是 80.02%， 不如刚刚您所说的那个数字那么高。你请坐。我现在给你问这块大，我拿回去没办法看，看几个人吃到自来水。一个东林嘛，一条大港带去到我东林嘛，两年外，我为什么都不爱讲？我就是要给他找胡志强，让胡志强落选，所以我都不爱讲，两年外都不接给人用，只有大港扛到位。但是你上任嘛，我今天你无局长头做啊，甲恁的专委讲，昨拜托伊来讲的，看会当接落去无？恁即马自来水啊，是一个很傲慢的单位啊，一只厝继承了两兄弟啊，共一块门牌，干那一个会用接自来水啊？你知影这件代志无？知嘛？安怎么办？还佫有讲地动前40之一号。迄嘛兄弟啊，所以门牌号有之一之二。结果地动了，虽然起厝起好势，你嘛是敢那用请一个有自来水，一个洗浴房，较早前面你个洗浴房啊。我老实甲你讲，迄哪军呢？到尾转予林佳龙，因为伊唔水好食，伊澄清足济个，较早真话就是死人呢，倒咧都爬袂起来，昏哩像死去，啥物代志都看无。我武峰地区啊，五十都无啊！无来小数者，无一户一户来甲伊对户口，看五十啊无？林松龙阿西，拢总食简易自来水，拢总抽地下水，没有错吧？迄嘛算自来水啊！抽起来地下水，恁有一年检验一届啊无？有啊无？你做四个月啊，我看你也是无感，你绝对无感，你无法感受人民的痛苦，叫做无感。都有八十，不要骗我。吉鸿川288巷、290巷是我争取的，出来的。拢总食地下水，我甲你报告，较早山口有一个正丰农药。如果遐水会食哩，都唔免创四个检测站来验水啊！我甲你讲出嘴尔，我甲弄破，大家拢唔敢食。恁创四个检测站咧抽地下水，咧检查地下水。如果水没有问题，创检测站要创啥？我那个所在，大家拢爱过来吃那个水啊！我老实跟你讲，局长，给我注意一下，卖提数字来给我骗。多一天你若好大，给我一人一包一开，一户一户来问，看多少吃自来水。自来水公司很傲慢的，讲六空，像你大锅油一块一块大，那条点啊干钱你爱收转，咱统一来铺点啊干。任由自来水公司哦，北部自来水公司你管理不对啊，你可以督导他吧？啊，是咱家己成立自来水，家己收啦，咱家己的水家己收啦，乱七八糟的，局长，不要拿那个80点几跟我段罗宇讲话，我都听到93.7的台中市，我就是足切你呢，恨死你们！你敢唔看到阮产证的所在，食是咧食啥物水？卖讲我产台武峰啦。我代理啊，伫代理啊，抓水行啊，卖药阁有人咧食地下水啦，结果创一个恁啥物咧科学园区啊，啥物科学园区，啥物科学软体园区，你去大买家啦，你财团，你去店面，你去公务啦，啥物软体园区，多利财团将土地予财团，唔是安尼啊，有影无影，我讲了有影无影，但是我嘛感觉真好啊，去大买家去店面。总比去科学软体园区也较好啊，我嘛欢喜啊。但是你们图利了财团，和财团底下乱创，敢无影？有影嘛？遐尼水的土地，和恁污掉的，这个是不应该有的行为，也不可以对我代理这样子。包括林佳龙今麦都搞我伫建民里去贫民窟啊，啊，遐我连起来才甲林佳龙讲，遐叫做贫民窟啦，都有发展。局长。我今仔我甲你拜托一届，如果你无感，两年来我武峰的自来水也无法度达到，卖讲93.7，90都好，干那甲你拜托到90都好，你若做袂到，两年后我甲武峰的乡亲讲，叫你绝对嘛，互你落台，林佳龙当这落台，都无水好食，县华保障人民水电拢爱有的啊，自来水唔来啊，好好甲伊研究，好好甲自来水去探讨，安怎样？卖讲无门牌的无人，你看，八
百姓的困难，我拢跌伫地下底呢。你有看下无？一张一张，我人民的希望，人民的困难，我拢跌跌跌跌下底呢。其中啊一张啊，其中啊一张啊，都是来源里啊，武峰的来源里成功路137巷9-2号啊，无自来水啊。你看，我直直底下底，也未甲恁讲啊。我认为甲恁讲嘛无效，无你感觉我敢保证，讲这个有自来水通食，你感觉？唔够吧？真拼出我呢？啊！你看我直直底下底，我都不晓得为什么来源里成功路137巷9-2号，到即马还无水通食，我直直底下底，我惨困都直直底下底。为什么我的乡亲无水头吃？你的80%伫倒位来？要安怎咩？要安怎？你主管啊？你主管单位当然自来水唔是你啊！我参提哦，恁专委我都唔敢，因为无效嘛。自来水讲是恩平厝，唔肯互伊食水嘛？这是人呢，住恩平厝嘛，水互食呢？你做一个局长，我嘛甲你报告，甲我想办法。啊，无安尼讲，我替你。天天摕咧，摕咧，甲你答应讲，予伊有自来水头食，你敢不敢？你嘛唔敢？不要骗哦，一定要想办法，予我偏远的所在有真真正正自来水头食，好不好？这件案我都直接讲了，等下摕予恁专委，恁专委真够办代志，办看有无？局长，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大家拢讲，讲我的代理无方啊，违章工厂最多，对不对？对嘛？我嘛承认啊，台湾的发展就是靠这个工厂啊。但是这个工厂拢起伫我农业区、农业特定区啊，污染我的粮食啊。恁就去创什么工业区，要来安置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伊若搬走，另外一个就搁入来，要来安置。既然这么多违章工厂有旱地、有杂地，为什么恁袂去规划这个环区呢？为什么？然后恁顶任的局长创一个办法，叫做未登记工厂叫来登记，本来好好，也免纳税金，你甲骗来登记，登记了后伊叫是合法，无影嘛。189年了，当然恁那个也个是你也毋是，我毋知，就得要甲处理啊，甲骗2年了后就要甲处理啊，叫做6年条款。局长，你阁研究一下，我无别个意思。台湾爱发展，完全靠我靠这小型工厂来替台湾的经济。金融风暴，但全台湾嘛是靠我这工厂生存的。今仔我这工厂面临着非法或者是伫农业区、特定农业区，想一个办法解决一下，写一个物件我，会使无？可以。写一个物件跟我讲，到底怎么办？这些未登记，称为未登记，叫做违章的工厂。一定要解决，你若有本事解决，你做不了啦。反正后下林佳龙都来，都换你算啦。你妥当啦，你只要有本事，从我这农业区、农业特定区内底工厂有法度处理，你真的能选市长啦，真真正正把林佳龙干掉，换你算，我给你支持，对吧？但是今仔日这些工厂是登记以来的行为，我也承认啦、啊。但是你袂使一直给伊增加。我这囤了了呢，所谓产农中囤了了，当然不是你的关系。但是这些未登记的工厂要生存啊，对吧？啊，要面临违章拆除，啊，要面临环保，啊，要面临消防，啊，要面临你，啊，要面临税管处，税管处上厉害。吼，你只要那个登记者，伊就去甲你啊，你也着地震局罚6万，税管处扣税金，农中像为啥你知啊？像虎头蜂啊，起我来个顶哦死啊！啊，但是无法度啊，无法度啊！台湾的经济是靠伊啊，我的发展嘛靠伊啊！安尼，我出一个题目给你，请你对于这些违章、所谓未登记也称为违章的工厂，创一个处理办法出来。副局长，我跟你讲会使无？想看卖，你既然甲这个以后为坐伫白啊下的金花局局长。你就给我看看，要怎么样针对这些所谓的未登记工厂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可以吧？
局长。是。你在吧？可以。可以，好。税务局，我有一件代志，我甲你拜托，你每一年啊，来咧报税，你请坐，你请坐。每一年来咧报税啊，我在大屯税捐处啊，无法度停车啦，你脚脚是脑残哦，叫人落去地下室。边啊烟酒公卖局，边啊大门，你难道就不能露天去啊摆一挂桌啊椅啊，让伊去啊报税吗？一定爱支持在你迄个所在，无法度停车，红车灯卡是变哪停？大家遐都大概若报税，最后几工交通塞死，啥物原因？百姓嘛无爱呢，摕钱要互你交税，钱要互你摕去，啊，搁叫警察开单呢，你嘛较差不多嘞，两手抢钱哦，不是这样吧？边啊有一个烟酒公卖局的大门，迄外口有大王爷树，搭一个篷布，遐好停车，袂妨碍交通，是毋是迄个所在？每年也是啥报税期去啊办理啊，好不好？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就是所这个应该是所得税的问题，就是国税局负责的。啊、那我们会把委员议员的意见转达。不是迄国税局的，是财政。哈？好，谢谢邓宇议员呐、哦。那接着来由我们陈志贤议员来业务咨询。谢谢主席哦，然后各位市府的各位主管，然后各位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哦、好。这个哦，我比黄先生议员靠受到恁尊重啦吼、哦，头脑话早也无啥人要插伊，可能是黄先生较大炮型的吼、哦，可能大家在紧张嘞。警官局长，你坐啦，我无要来问啦，我是要来建议你啦吼。应该昨天跟今天、哦、很多人都针对你的业务部分、啊、尤其建国市场的部分，我想来建议一下、哦、建国市场的规划、哦、以后要营运真的会有困难、啊、可能要妥善去因应给他处理、啊、还有未来的市场改建可能要更加小心，那摊到一些金贵水了，你家请你要多多斟酌。头头我的学长哦，段宇议员在讲哦，咱的税务局真厉害啦、哦啊，确实有影真厉害。税务局长，请教你一下哈、哦，邱秀莹是谁？你知道吗？邱秀莹，你明白了？所有的公文里面都有哈、哦。邱秀莹哦，是永丰宇投资控股公司的董事长了、哦、我再跟你提醒一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税务局会对他特别好？为什么？你也不晓得，没有对他特别好，没有对他特别好、哦哎、林佳龙市长跟他特别有交情的样子啊哈、哦。永丰宇公司位于丰原区土地，在台湾灯会的时候有借给我们台中市政府办理台湾灯会，有没有？有。有哈、哦，你要明确哦。有很多地主不只有永丰宇，那他们的处理方式都是一致。而且是依据土地税法的规定。我跟你讲哦，今天我看到连自由时报的报纸哦，一堆官员在睁眼说瞎话了哦，一堆地主，但是我们所有的发文统一都是针对永丰宇控股公司，是不是有这回事？可不可以让我说明一下？谢谢议员关心。那你过来，这几个回答哦。好。他的租期只有17天呐、啊。请问局长、哦、你今天在报纸上也有登说、哦、地价税的减免是以一整年计算，是不是？是。确定？是的。来、哦、我请问一下你的税法了、哦嗯、土地税减免规则第八条第一项第十款怎么规定？就是私有土地、哦、无偿供政府机关或者是公立学校使用的话是可以减免的。我跟你讲，你少讲了一点哦，在使用期间、啊，在使用期间、哦，对不对？是哦，然后你算整年呢。以后哦，我来跟台中区所有的地主讲了哈、哦，啊，如果有你们市府需要的话，我就借给你两天，免一整年的，合理吗？合不合理？
报告议员，就是目前我们是也讲好哦，唔好讲我白骗哦。如果经过核准的话，就是全年度都可以适用。那全年度吗？所有民众都是可以这样适用。比如说，我如果要申请自用住宅税率，那只要在9月22号以前来申请，它即使不是全年使用，它也是当年度全年都可以适用减免。我跟你讲哦，这一块地哈、哦，部分土地哈、哦，之前在103年度的时候，曾经北科大有借给北科大有来借这一块土地使用，对不对？是。你们当年103年的时候才减免它16万3020块，有没有？对，包括远那个，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那个是因为它使用的土地面积比较小，它等于是租一大块地，可是它只使用一小部分。我跟你讲哦，土地减免规土地税减免规则明确的讲说，在使用期间以内啦，哦，对不对？你还要硬凹，就是整年，干不起。可是报告议员，就是目前因为台湾灯会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盛事之一。今天报纸还写说哈、哦，永丰宇控股公司说没有，我们没有申请，是市府主动的，对不对？是，这是按照你们又在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啦，是不是？谁交代的？为什么这种事？哦、这个其实按照不给地卖都要猛摇头啦。我们程序的规定就是这样。等一下摇到头断掉哦，你就麻烦。机关来主动通报，这是按照我们地价税减免规则。的程序的规定就是这干部就得力啦，对不？一年只有用了17天的台湾灯会，你一整年都免税1000多万呢、欸。财政局长，钱排收啦，还叫税务局长啊帮你倒收啦，无定都吼赊借赊借借不完啦，这是非常不得力的啦，哦。另外，103年，永宇公司有照北科大头话来讲诶，伊嘛是你在使用期间内地价税全免嘛，对不对？你免了他16万3020块啦，那你台湾灯会17天，你就免了他1000多万的地价税啦，而且刚好利，干不起。是那个面积不一样。面积不一样。是。但是时间没讲，啊，时间一样吗？我们是依据税法的规定。它是依据税法的规定来，你一直强调说依据税法的规定，它在使用期间内得以免税呢。你使用一年吗？我们通常就是说，他来申请的时候符合，我们就是核准他一年。那如果说他不符合的时候，是次期才能够。以后台中市的地主呢，一年内底无使用哦，伊就来叫你台中市政府借一礼拜就好啦，干不是？这你以后土地税还有没有办法收？有办法说吗？因为我们有需要用那个土地，而不是说地主他可以自己来说要借给。整个我看所有的公文里面哈，都是我们税务局的分局的主任在吗？一行政咨询的一个实行，你自己裁量了是不是？针对这块土地的减免。那他有行文给我们，那就是说请我们。他说没有，是你们主动的哦，没有行文哦，今天报纸登的哦。哦，没有没有，那个这个是在3月10号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当初灯会借用那个我相信媒体记者都会去查证的哦。对，没有问题。哎，这个东西。南一公一博哦。永丰宇控股公司说没有，是你们主动的哦。因为是政府机关借用，所以在我们的土地税减免规则第22条，我看哦，就刚刚我们单元在讲的哦，用地机关以后申报税的时候，你都主动在税务局的你们各分局旁边哦，都赶快去借用，然后一整年跟他免税，有闲置的土地来征用来借用停车场，好不好？因为当初是灯会人潮，议员你独后财团呐、啊。我讲哦，龙豹财团呐，唔免掩饰的啦，人讲无啦，你该来的啦，你们自己讲的啦，要跟他们借的啦，人家也不太想用，想借你们啦，人家这么大的控股公司有钱要想要缴啦，是你们自己要给他免税的啦，荒天下之妙，就是呢，够不听你？我跟你讲哦，不晓得是谁受益的，
主任，这件事情是你主动的还是有高层受益？这个部分我绝对不可能主动的。那就是高层受益是不是？政风处没有，也没有。政风处有了吗？因为是基于我们灯会的需要。那议员你好了，你等一下啊、哦，政风处谁在？我们针对这个事件哦，政风处，我拜托你主动调查，到底是我们主动的还是人家有申请的？各说各话，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人讲无是恁家要搞减税。贵人报纸，哎，在这看呢，哦，68个地主，地政局讲的，里面有68个地主，不是企业。你们所有的新闻都是永丰与控股公司，你们针对一个人新闻，所有的资料，郑主任你发的，对吧？因为昨天那个部分可能是针对丰原的部分。郑光处，敢不敢查？了解。你坐来坐坐，我到总经理这个人懵了。你派谁来了解看看？你要主动调查，本席要求你调查之后把整个调查报告给我，可以吗？郑光处，有各位了解还好？你可以，你调查要多久？两个礼拜给我可以吗？可不可以？这里都有公文的，哦，你去可以调丰原分局的公文，调我们税务局的公文，可以不可以？有各位了解？两个礼拜把调查报告给我，可以吗？可不可以？卡大声的啦！可以。你请坐。你们请坐啊、哦！动保处有没有来？动保处的处长，请教一下，跟你就教一个问题哈、哦。我们现在针对我们台中市的流浪犬，你怎么处理？包议员，流浪犬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就是精确捕捉的部分去处理。就是说，民众受理，就是我们针对凶恶或者会攻击性的。或者是有民众陈情的，我们会重点那个精确捕捉，这样是由你们捕捉还是由环保局捕捉？目前的话，从101年起就是由我们动保处来处理，然后处理之后回到我们哪边安置？我带回来收到我们东芝家，我们现在东芝家有两个，一个在南屯，一个在后里。然后现在目前安置的数量有多少？各多少？目前的话，我们两个。如果你在收容所的话，大概500到600头。如果安置多久之后，你们会把它安乐死？安置多久？照动保法的规定来讲的话，哦，就是12天之后，哦，那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公告有一个期间呐、啊，然后就是如果是7天以内，好、哦、有序就可以开放给民众去认养。然后我们里面的狗的话，会看它的情形，还有我们的收容量，然后所以说有些狗的话是养得很久。我跟你建议，然后你们现在流浪犬抓回来的有多少是有晶片的，能够寻到原饲主的有吗？以去年来讲的话，去年我们总共有27件，嗯，然后都有通知续主。这样有没有开发恶意遗弃的？27件来讲的话，我们目前的话已经开发9件，然后另外的话现在还在清查中。我跟你建议一下啦哈、哦，是，然后你要开放认养的话啦哈、哦，我们希望你能够在。办一个，比如说你就回来之后，每一季或是多久办一个认养活动，因为你南屯那个地方哦，真的是有一点远啊、哦，真的想饲养的要跑到那个地方，有些时候是有些人也不晓得地方，然后想要去看要去认养，他也这一段路他也觉得麻烦哦，能不能你在每一季的时候办一个活动，或是什么样来媒介愿意饲养的这些饲主，或是其他企业相关的，还有。也要跟副市长转达一下哈、哦，我们现在教育局有在推动一个认养的一个流浪犬的一个活动嘛哈、哦，我们希望都尽量就在往我们所收容回来的这些流浪犬，但是有一些哈、哦，我是建议说，你如果国中他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想要饲养流浪犬的话哈、哦，本席不反对，但是国小尽量避免。如果你坚持要做的话，我建议，因为这个案子是教育局提出来的啦哈、哦，因为。在交流闹的时候，我还再问一下哈，我也先跟副市长表达，在动保处这边哈，
如果要教育局坚持要朝向国小也要认养流浪犬的话啦，我建议教育局哦，每个科室先认养一只流浪犬来试养看看，好不好？就在科的办公室里面来养一只流浪犬，看他们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可以吗？你们跟他答应对吧？都办公室，都办公室办，怪怪的。在办公室办不适合，在学校饲都适合吗？囡仔呢，国小都有一年级生幼稚园的呢。我的幼婴囡仔帮你学，教我帮你学白照来教着囡仔嘞，是不是安尼？哎，都不是，这样就适合。东宝处长，你请坐哈、哦。是。针对流浪犬的部分、哦、我想能够我们台中市政府做到零扑杀的部分、啊哦、我希望东宝处长你也来，我们来好好 来加油，因为毕竟也是一个生命。它虽然是被恶意遗弃，或是在外面流浪，有产生攻击性的话，它是因为它是在外面流浪久了，那本身它就具有一点点攻击性。我是希望你带回来之后，能够做经过我们的饲养跟我们的照顾，改把它的习性改变之后，然后做到零扑杀，可以吗？发育员，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是你的目标吧？哦，是，你家再给拜托。青蛙局长，头头不一来问这样代志啦吼，因为吼，我袂使建议哦，国民党的议员是真温和啦，啊，但是讲袂晓问，我感觉你会使对朱南英议员较有尊重啦吼，因为透早你穿只背心是战斗袍，啊，即摆在后壁就可能较温和啊，你就从战斗袍脱来穿西装哦。而且本席个建议，包括大甲日南市场、一心市场，很多很多的市场以后一定要面临改建的问题。不要再造成建国市场的这个二度伤害。你摆块鸡啊，讲实在，以后做生意是有困难的啦。你才慎重给你建议，以上是不。啊，谢谢陈志贤议员哈。啊，下面啊，我们的何敏成议员咨询哈。好，多谢主席，张副局长以及各位啊主管哈。我们的陈志贤哈，啊，大街骂人啊，小巷道歉哈，啊。现在要走啊！你顺行哦，好。这个财经啊，香港是市府咱议会啊六个小组啊内底上个重要的一环啦、啊，哦。因为啊，各位在新年哦，香港主管台中市的这个财政啊经济啊，香港啊，有的是爱修行哦，爱去收税金哦，啊来欢迎都市。尤其是咱台中市即马有85,000间的这个公司，啊，102,000的这个啊这个营业登记，吼、哦，商业营业登记，啊，17,000多间的这个啊工厂，啊，搁米丁路的工厂嘛2,000多间，所以这么庞大的这个消费都市啊，实际上咱是爱靠咱这个委员会，特别是经济局，吼、哦。啊，来这个啊，好好啊啊，固守啊，这个消费都市的这个消费活动啊，经济活动。拄只啊，几啊位议员，敢那嘛拢有提起讲啊，包括啊，咱的啊，这个台中港，咱台湾港务啊，这个、物流公司，咱要投资，咱这个是对外预算要投资2,500万啊，这个部分有啊，一寡议员冇意见。但是我个人的浅见是认为讲，咱好不容易啊，特别是咱这个啊入来即个咱的啊主管吼，包括后交通部长吼，比如003，啊个像哎呀啊副市长，歹势定下给你叫哎呀，较无礼貌副市长嘛拢会用讲工商界教主，所以咱得天独厚，好加在有大家有这人脉，有这资源，咱绝对唔通轻轻彩彩吼啊。乱投资啊，但是嘛，有机会都唔好，凊彩就甲放弃。像这2,500万，我看看这个温潭的这几下个关系哦，要加入是加入未入未了，对不？啊，咱有台中港，咱有青山港国际机场，所以台湾港务物流公司要予咱加入，要嘛才2,500万尔。哎，实在是足少的啦，实在应该拿为了2,500,000，让咱加入，咱买个加入哦。啊，而且咱这预算的来源，佫是咱的啊超收盈余的，所以这点啊，恁一定要坚持哦，这点要坚持，啊，爱甲议员做好沟通的工作，说服大家，这个好代志啊，要欢迎这个都市啊，
这绝对啊，唔好个啊叫颠倒的吼、哦。这议员当然大家拢会用表达家己的意见啦，吼、哦。啊，拄只，咱诶当当然大家嘛真针对啊这个市场啊，其实经发局吼，也、啊、是讲啊咱财经啦吼委员会啊，所有的业务啊，当然拢真重要。但是我感觉你若市场甲做好吼，啊你就妥当诶啊。哎、欸，你到我看，你到哎、欸，可以高枕无忧啦，接近高枕无忧啦。因为我对选举的人吼，我太了解吼。嘿，那有当时啊，去个菜市啊呢吼，对选举搞啊，你也去行一撮吼。啊，那行过吼，啊，人个对你讲，啊，干那无效啦，啊，嘿，有影无效了，落选啊了。啊，即摆人讲，哦，这个赞，这个赞吼。啊，当然爱行过了，才听下后边人咧讲啥，菜市啊人咧讲啥。啊，那讲哦，这个赞，这个赞，这个调，哦，你们家拢会调，哎，有影调了，哎、欸。所以菜市的人啊，你爱甲发落好势，啊，互大家啊拢有钱拿赚，哦，这是真重要一个过程。啊，这就是啊人的关系嘛，人性化的管理足重要。比如最近咱在定定拢，咱已经编9亿1000万伫建国新的建国市场的建筑，啊，但是咱才发包8亿2尔啦吼，咱今即摆开起的部分才啊开8亿2尔。何况讲，那是我用过头脑去想出来，去把迄个区段征收、超支变结算提出来，迄堆提出来起的了。哦，本来是还佫前朝还佫在蹲地咧，本来三四人嘛无嘛拢无要起迄个停车场，是我呢用心计较呢吼去提出来。我希望讲，你个建国市场啊，啊，比个比如讲头拄啊陈振贤你讲，哦，大家啦吼。各位啊，要改建的这些市场都要把它当作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来处理。建国市场啊，我们如果教授处理不好势，我认为说你倒不如妈妈也快要搬进去啦。你现在预定是说这年中过就差不多啊，七八月啊，八九月啊，甚至十月就要搬迁完成。我认为说你以下这些问题如果都不解决，你倒不如配套措施做不好，你就不要搬进去。譬如说哦，咱的啊鱼肉区，鱼肉区就是伫这个旧日的地动了后，张良市长甲刷去伫迄个复兴北复兴路哦五段遐，啊，伫迄、那个啊干城啊中卫区迄个所在吼，离阮兜足近的就对啦。人迄个鱼肉区伊的价位是3米3米半，啊，即嘛嘛拢有做迄个冰箱啊，啊，你即嘛新的所在哦，像咱你刚去考察，咱个看个嗯。啊，那剩2米半，啊3米半深，啊，但是人因咧冰箱啊，都拢已经合落啊，人伊本来就拢做好好伫遐，你鱼肉区呐，鱼肉呐无冰箱，要安怎做生意？啊，我本来甲恁进前迄个啊，以前遐个主事者讲啊，做你建国企业本身呐、啊，主体都爱做冰库，嘛是无做啊，啊唔知咧欠啥，8亿2啊变9亿1000万的预算，啊，都是。男主人大丈夫讲唔做都唔做，哎，啊！即马只讲话做要委外要 OT， 这所有就无理呀！我给你具体建议，我希望讲你只爱像这啊，甲即马啊已经先啊预算已经预定起好的部分啊，你唔好清清菜菜吼，都安尼做下个定案。迄内底吼，咱有当时咱家己咧基础吼，哎，咱哎看看咧，哎，动车时那安尼甲你设计，跟着师傅来给设计，家己的理想嘛无下的事。咱买想讲无内部，过来小可改装者。我想啊，伫迄个还佫有剩9000万的这個部分，咱应该来做这个工作。包括蔬菜区，我本来就是个想讲，古地都7分化地的古建国市场，啊，即马选来只要个3甲地，啊，应该大家嘛拢加位，应该会使加要一倍来，以上来讲。但是咱也知影讲建筑法规啊，遮尔严啊，有诶扣条，扣头扣尾安尼吼。说无在调，予大家加安尼加这个变数，啊，所以无法度加这个变数的状况之下，是毋是？你像蔬菜区伊个蓬松啊，你卖一斤肉，甲卖一斤这个哦菜吼，迄价少是差有够济啊！啊，伊菜蔬菜伊都爱有迄个摊，有所在摊扛啊。所以啊，你迄个鸡啊，为是毋是面顶夹层，应该会当可以，会当堆置伊这个要卖物件，这嘛真重要啊！像这拢爱小块盖一下，小块盖一下就差不多会杀你啊！你讲叫你个甲升级重新重来吼，我看好困难啦、啊，吼、哦！啊，总是啊，这实在是当初时吼、啊，设计规划的人实在是爱拍卡针啦，吼、哦！
这个三番零四交代五番付啊，啊嘛嘛是啊，佫甲你创到安尼有这个纰漏。所以啊，我是讲你啊、这个你的博士吼，哦，李局长，卖讲干那好多次，不是这个市场管理科科长吼，家己去啊，但咩咧，伊佫读法律的啊。哦，伊嘛，我看，诶，科长，你唔代表去菜市啊买菜无？我嘛唔知啊，诶，所以哦，你反正我看你也无经验啦。局长亲自哈，家己亲自哈，诶，来去处理代志，哦，包括下晡伊嘛要开临时会、主题会，要开临时会，上届好哈，啊，议会加大会来刷，去啊个来说一下，大家充分沟通，伫这个工课啊有挽救以前啊。就是阿伯签署入去以前吼，好好啊沟通，甲家己的理念，甲家己的这个要实践的理想。比如讲，咱建国市场嘛，真侪乡亲拢讲话做，这个市场哪会使搁用五十年代，就是旧建国市场迄种思维来起这个建筑物哦。啊，所以啊，有个人就讲话做，迄排水沟伤细啊，啊，你着要改水啊。迄有的排水沟实际上是唔免大呢，因为你料理。你的这个产品在外围就已经要料理好势啊，入来来这是咧贩卖尔呢。啊，当然像鱼排迄个无法多哦。啊，所以啊，迄排水沟是唔免遐尼大的，唔则袂安尼想落落，安尼袂输迄个诶旧的啊卫生啊无好，啊水啊咧窜窜流。你看日本足地哦，足地鱼市场东京，遐尼大的市场，你袂感觉讲伊头壳是浸落落，想落落袂啊，对不？滨江台北滨江市场这么大的市场，甚至哦，搁是美食诶，大家拢会去遐享受迄个美食。所以咱建国市场是爱用安尼来做模范才对啊。我一直嘛主张讲啊，做甚至哦，咱有钱啊，冷气甲装落哦，和大家颠覆这个传统市场的印象，这种有需要啊，这开无偌济呢。哦，像咩物业管理，你即马讲讲啊做。要委托什么物业管理公司 去管理？其实啊，恁会当这个方向是无唔对，我未使讲恁讲安尼唔对哦。因为以前像迄个公益大厦大楼有诶无管理委员会嘛咧过，但是即马公益大厦管理条例设立了，就是拢爱有管理委员会。所以啊，恁爱去沟通，甲因讲这个物业公司是一定爱存在，但是你爱互因参与，互伊主题会会当来参与，安尼才是大家会当啊共创。双赢，甚至市民三赢，共创三赢，市政府的赢，市场的赢，啊，市民去遐买物件嘛舒服。所以啊，这个概念吼，我希望讲恁较接去沟通咧，吼、哦、啊包括讲话做诶，这个在水电啊，因的诉求嘛，有讲话做啊，看会当，嘛是叫人骗个惊的啦，就是讲你即摆啦委托物业公司，哇、哦啊，水啊电啊，拢个爱迄个水电钱拢爱交物业公司。哎，伊也凡事爱甲收一个什么管理费、手续费，伊嘛惊啦。所以伊嘛主张讲，看会当直接到做来个水公司，还是电力公司，吼、哦，以免中间再剥削。像这啊，其实拢透过沟通，因为你差无偌济物件吼，沟通了后，我相信啊，大家啊，若有生意，他做啊，做会趁钱，加一寡，互你管理费嘛无较大啦，哦，所以啊。咱这啊，沟通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过程。蔡奇啊，你一定爱改动作，是市政的上界重要的这一部分。哦，比如讲啊，过来像工学区啊嘛，同款，迄个沿道啊边啊一块迄个副市长啊，你才关心，边啊的一块市场一定地啊，伊的沿道啊，伊你也无爱会接水，也无爱会接电，伊拢去共接人附近的临时水、临时电，这都爱替人克服嘛，对不？伫一寡先进都市，咱去英国伦敦，咱去看，迄菜市、迄大市场嘛，有诶起伫地下诶啊，所以伫沿道来个起市场嘛，袂要紧了，哎，啊，咱若会当，你若讲哦，上个好当然就伊边啊迄块，这个市场用地就卖废掉，甲都市计划局去啊，甲都发局去参详看卖，卖废掉哦，啊，大家拢集中来遐卖晒哩。啊，若无，你就应该直接跟就地合法才对嘛，哦，啊，这类似这个啊传统市场的变革啊，我相信我想啊，佫真济啦，这是甲你举几个例，互恁做参考。过来就是讲，
你像第四市场，我厝边啊啦吼，我厝边啊就足济市场的了吼，车头过来到阮兜遐吼，差不多九个市场啦，啊，粪扫市啊，其他市啦，什么市拢有啦，啊，所以啊，市场既然遐尼济，又是古市区，啊，咱即马个咧哦，中区再生吼，诶，这个计划哦，就是中区再生是一个名词啦，其实是东南、中西、老市区、北区拢算啦。咱都伫咱迄个第四市场，阮迄个石楼摊迄个市啊，即摆废掉去嘛，无人去啊。啊，咱市政府、财政局嘛，甲收回啊。应该迄个市场是毋来做市场博物馆哦？大家小可提醒一下哦。何明成虽然讲无啥文化水准哦，但是啊，若甲我起一个迄个市场的博物馆伫遐，我看我会较臭情淡薄好哦。所以啊，即拜托大家啊，来促成市场博物馆有效吧？咱即摆你看，迄台中文学馆伫第五期啊，乐泉街四啊六巷，安尼对面诶一个被废弃的警察宿舍，日本时代警察宿舍，咱即摆甲创一个台中文学馆，吼、哦，台中诶无形当中提升诶靠文学水准淡薄啊，就对啦，对吧？咱所以啊，大家共同勉励啦。啊，要讲的是足济十五分钟无在了讲完，但是佫两点甲农业局。我王博士啊，咱去美国吼，迄食迄牛奶啊、鲜奶吼，好拢用几桶诶，一家仑诶吼，迄一家仑诶迄计少吼，啊，咱若去统一啦，还是全家吼买鲜奶啊，敢若这些罐啊162块啦，拄啊甲人美国迄个一家仑诶吼，变侪钱。所以鲜奶是毋是有法度伫咱台中市啊？咱家己来自给自足，靠肉农还是养来乳牛业者吼？咱一旦提供啊，这个咱台中市民啊，上俗啊，上盖好的鲜奶，这个、看你一旦去做这个辅导哦。最后一点，这个副局长，看你一旦回答无，推动咱台中市为会展产业啊，诶，这个中心吼、哦，会展产业啊，打造，那这是咱嘛是咱本党一直主张的会展产业，打造台中为啊会展之都，这个莫个变卦。伫水南迄个所在，唔管讲你要过变卦，但是。好，谢谢何敏成议员咨询哦。好啦，你累了可以好啦。啊，接着由我们郑昌宏议员阿姨、张亚明议员两位联合咨询哦，总共计30分钟。谢谢主席，咱各局处哦，咱的官员、咱现场记者、媒体、咱的先生、女士、小姐，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是。诚如刚刚我们议员同仁所说的哈，那的财经掌握着我们台中市大部分的，应该是金源跟命脉啦哈。那当然，咱阮古管区拢有真侪五帮哈，讲因为前朝，不管是前朝啦哈，还是说哦某些市长的历代的经营的结果，其实咱拢知影，台中市旧有的市区啊，说真的。还在进行中的不算，其实大部分拢从干啦，拢已经啦，住宅区嘛好啦，商业区嘛好啦，混合区吼，甚至说现在很多文创都已经开始起来了，整个市区感觉起来吼是已经开始的美轮美奂啦吼，有一个总体营造的感觉了。但是现在重点来啊，阮伫市区的这民意代表这议员啦吼，整个大台中啦，现在当然不分县区跟市区啦吼。但是在旧有县区的这些议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哈、哦，尤其是我们啦、啊，感受很深呐、啊，打不死的可以用陈情呐、啊，怎么办呐、啊？阮吼、哦，他会先说历史缘由给你听哦，哈、哦，伊讲吼，较早因伫旧的这个市区内底啊，都好好，好好真好啊，啊，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啊，因为的从化，阮都无所在好去哈、哦。那因为有这些时空的背景，所以阮都啊，他自己用流窜来形容啦。我窜到县区去了啦，哈、哦。我讲阿弟今嘛伫单位，其实他说他的同业啦，很多因为这些政府哈、哦，以土地从化结构缺乏配套措施的结构，赶赶去到阮旧有的县区啊，尤其什么所在，台里、太平。哈、哦，武汉、阮潭子、台南、新港，真侪啦，就是这些周围的这些卫星城市很多啊，有这个问题啊，哦，所以伊也来甲咱澄清，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位局处首长，这是真严重的代志，
所以讲，像咱今仔日咱来开真济时间吼，一定要好好来探讨一个，而且爱有一个承诺甲结果好关吼，请听我娓娓道来。好，即马首当其冲的时阵，就是阮就有县区的这个冲击嘛吼。那现在好啦，政府想一想嘛，唔对啊，啊，所以讲，伊就去想一个办法。想这个办法的时阵，就是讲，来中央政府1999年6月2日就公布一个施行工厂管理辅导办法的修正嘛，哈、哦，啊，放宽这个办理的这个权益条款，这是第一摆啊，哈、哦。第二摆103年的时阵，看看嘞，伊有个公布修正，哈、哦，延长到104年6月2日之前，会使补办临时厂灯。所以讲，是安那人民的陈情，今麦叫你这，因为六月二号要到了。哦、我想请教金发局长，经济学当然是你的专长、哦啊、长期以来你也都在我们经济部有买服务过，所以说这个业务跟这个范围你都很了解。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我们整个大台中关于这些违章跟求助无门的这些工厂、哦、这些现在是违章使用的，你那现在有数据吗？拢总有几间？你总是有去普查嘛，哈？这个我们可以用工商普查跟实际上工这个工厂登记两个数字减掉之后，哈，大概可以得到大概还在成长当中了，大概有16000到17000左右。是，好，那我们的数据相符了哈，16000、17000。那截至目前为止啊，本市哈、哦、受理登记跟审查的情形如何？这个大概不到1/10。不到十分之一，时间要搞完嘞。干那几千多间，哈、哦，1600、1700间去登记审查，但是有16000、17000间呢，无个1/10呢，那样呢？这个我想，主客观的意愿因素都在了。嘿，那我们这么大一个局，那这么大一个问题，咱的人员人手嘛算充足了哈、哦，咱提供什么款的服务，或者中小企业主，或者业主来跟协助？这个我想我们现在目前哦，我们其实这阵子正在积极的探讨哦，我们是希望以后能够有一个类似像这一个我们组一个辅导团队了。那这个辅导团队当然最近要启动，然后赶快来帮助这一些的中小企业的业主哦，希望他们来加入这个临时场的部分。但下个月实际上是已经快要到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对，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在组什么团哦？救援团弄北湖啊啦，6月2日就要到期了嘞。你现在才要组团去救他们，安内湖不？火车鬼啊！你就被蹦比比亚公，我们来救你了。问题还是存在啊！你要看积极嘞，没有什么作为啊，我觉得。哦，市长他在他的政见里面有说过，一定要用辅导代替取缔，对不对？没有错，既然在违章工厂嘛，对，对啊，你上任4个多月以来，你无任何实际的作为啊，啊，干那拢在担着临时厂灯，啊，无去灯唔得拢，你活该，你家的事情，1/10不到的这个效果真的很差劲啊！我再请问你，工业局是不是搁伫咱台中有要办一场的这个说明会？你不办工业局来办嘛？人家工业局要来办了啦，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知道5月12日，嘿，5月12日，这个是本来就是他们全属的业务了，这其实是中央的业务。你不去讲帮助，你嘛不要去替人宣传，你实在是来帮我放一下 PPT。我怕哈，我误会你们啦，所以哈，我还特别 ，Hello， 来哦，局长帅了哈，这边的网站，我今天我来跟您误会，我搁今天早上才去截一下，这么大一个宣传。你无要去讲帮忙，无要去讲辅导就算了，你连宣传你都无爱去讲到宣传一下，很多厂商还不知道呢。5月12日呢，人工业局要来办一个说明会，来，你看啦，你有最新消息啦，有活动讯息啦，有新闻稿啦，就是无半行几行。金发没有那么，你的经济学吼，无这种普民经济吼，你爱看。爱较注重诶，就像前面我有很多议会同仁吼，咱的同仁已经讲过啊，在中小企业跟在违章吼，真的才是我们地方经济发展的命脉，不管他现在是否违章啦，吼，你爱今天苦民所苦，小细节的部分你要很注意啦，吼，人个企业主吼好不容易嘛学会三思，逐工在滑手机，伊毋是永远无代志，你生愤怒鸟呢？这都是人甲我欢迎的啊，爱去甲工业局才看有啦。金发，
你有一个主管科，对不对？你嘛赶快注意嘞，对不对？时间新闻多久没更新？要细心一点，好不好？是。好。我的，咱的支持者啦，吼，我的啦，我的乡亲啦，吼，当然嘛，甲我讲这件代志啦，讲真久啊，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也讨论了很多啦。最主要是啊，吼，为什么我们在办理？我们绝对不能说，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法令，吼，所以咱拢保持着一个怠惰的心态，等他来申请就好了啊。你无共宣传，无共辅导，没有一套很好的配套，前朝的措施那过去就过去了，那袂赴啊，咱来亡羊补牢。吼、哦，毕竟有九成的人还是张着嘴巴嗷嗷待哺。当然嘛，有真侪人有一定有跟你讲过，是安那政府叫你美好的这么良好的利益，吼、哦，要来推动这个临时场灯的部分，感觉啦不错啊，吼、哦，我嘛觉得不错啊。问题是第一个申请繁琐，第二个审查严格，第三个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当然啦，我们这里一定有也有很成功的这些企业主在底家啦吼。好，咱要用同理心呐，对不？我哪去登记了？哎呀，一切都还在进行中。我跟你讲，只有金发吼动作最慢，真的。民众一般的观感就是，我哪去申请了后嘞，税务局就来啊啦，吼、哦，环保局就来啊啦，哎，消防局就来啊啦，他还举过实例哦。好的政策让人民不安心，没有信心，这不对。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刚去申请的时候，对不？八字都还没一撇，都还没过嘞。其他只有金发没来，其他局处都来了，惊死人啊！嘿，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所以说局长跟各位局处长、首长哈，让你家我们真的第一个时限也到了，第二个真的功能绩效不彰。要检讨。第三个，我们身为民代，接受人民的请托，我们在这里要求，哦、来，不可以让人民感觉说，我都要未先登，我先登记的人，我会先到请，对吧？你要给人民安心、放心的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去做这种代志，局长会使哩不？是是，好。第二个，行政效率不彰的事情一定要加强。第三个，好、哦，我们为民请命。临时场灯，哈、哦，阮要求，阮议会一定嘛会来进行这件代志哈，阮、哦、要求啦，时间要到啊啦，咱拢袂赴啊啦，哈、哦，我们又因为历史的因素哈、哦，所以说成效特别不好，还有九成还没去登记，所以咱嘛拜托起户苦民所苦哈、哦，帮我们上一下，帮我们澄清一下，临时场灯啊，要继续再延期，而且一期三年。好、哦、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曾朝龙议员。主席，那个副市长、局长哈，真佩服啦哈。那个雅敏新科的议员，伊入来，甲即马半年的时间，伊都有法度感受到咱大同市，吼、哦，咱大同市发展，包括这中小企业，他们的困难点在哪里？吼、哦，有这样啊详细的这个资料，吼、哦，希望咱市政府啊哈。啊，会当真正来重视，吼、哦，一个新科议员，吼、哦，伊有法度好，予咱百姓这个声音，吼、哦，在议事堂来代言。咱嘛希望讲，即卖吼，啊，咱新政、新希望、新气象，吼、哦，会当真正来落实啦，吼、哦。啊，这个临时工厂登记证，吼、哦，这个申请，哦，其实咱大同市啊，吼，整个大同市，吼、哦，这个违章的工厂，吼、哦。拄啊，局长你有真清楚了解，有17,000间左右哦，有17,000间，占全国总共60,000间，吼、哦，咱是占25%，等于就是1/4。全国诶，这个违章的工厂一大中，这敢歹代志？这毋是歹代志呢？有法度来设立工厂，互咱诶中小企业一大中经济蓬勃发展，这种诶，若有法度合法。多一个生意人投资这么多，因要一违章的所在，因无愿意，因无愿意。你只要有工业区，哦，你像咱大同市所办理的工业区登记受理，哦，那也无一批咯。巨星，哦，弹指巨星，当初开放红，哦，试办试登记了，结果嘞，400几间登记，到即马嘞嘛是八字还没有一撇，
到底有会当提供几间工厂，会当提供予偌济工厂来啊兴办工厂，拢总没有下落。啊，咱竟然有17,000+间啊！吼，在这段期间，咱中央政府颁布吼未登记工厂补办临时工厂登记证办法，吼，这种嘛是看到这个问题，吼，咱就是要来辅导这临时工厂、这违章的工厂，吼，会当来合法，因为本身咱将像副市长，吼，伊就是一个足专业的工业区内底一个大企业公司，咱台中市足济这中小型企业。因无法度后来起这尼啊大个工厂，但是咧，因有法度来制作这个中小企业，吼、哦，或许十个员工，或许几个，大量是17,000+间，一间来平均五个就好啦，吼、哦，总共有几百万人劳工，哈、哦，有家庭的生活，会当上个起码会当有一个温饱。我来记一下咧，这17,000+间的工厂哦，提出来申请的，总共提出来大量是政府申请的。有1,700间，哦，有1,700间提出来申请的哦。你敢知影？即马目前局长请人民间在申请一间要开偌济钱？你知影无？请较好一间，大约偌济钱？你知影无？申请临时工厂登记证，吼、哦，而且咧申请费用、手续费用、办理费用，一间大约多啊？你免足详细，当然有大间有小间，普通你感觉偌济？来，你起来讲者。谢谢主席。可能要好几万块哦，好几万是几万，好几万是几万。你那拖落去呢？可能拢十几万以上哦，可能拢。哦，所以讲哦，落差都足大吼，所以真正你要体恤啦。一件啊，吼、哦，一般的工厂啦吼，差不多讲厂房吼，至少1,000平左右啊吼，上个起码一件将近要到50万行情价，吼、哦，这呢一件要到50万呢，吼、哦，你拜托你了了解一下吼、哦，来第二项。即马目前提出申请啊，1,700+间内底正式通过第一阶段申请的有几间，你知无？即台中市哦，申请这两三年来通过第一阶段的有几间？你敢知？1,207间。好、哦，1,207间。好、哦，总共1,700间申请哦，开钱哦，吼、哦，付定金哦，付了上少10万、20万，这是定金哦，请得出来，请不出来也唔知哦。好、哦，你就知哦。第一阶段审查通过，你讲话咧，1,207，吼、哦，1,207。好来，啊，第二阶段通过的有几家？迄毋是第一阶段过啊咧，第一阶段过了，还佫上入第二阶段咧。第二阶段通过的有几家？第二阶段是更严格了，大概只有一半的存活率，大概655间左右。哎，对，我数伊是663间啦，吼、哦，663间，大量区哦，通过第二件审查哦，就意味着整个大量区17,000+间内底有几趴？通过临时登记的有几趴？有偌济间？600几间呢？才4%呢？就用讲台中市有96%，即个工厂吼、哦，本来是过去，后来讲像东区啦、天理街啦、太平啊，即小型的工厂，因有在条讲，哎、欸，做了生意较好，扩大，想要来讲做一间啊较大间一撮，吼、哦，来工业区嘛好，来倒位，吼、哦，咱的法令规定甲真清楚呢。这是民国吼、哦、97年3月14日。97年3月14日以前设立啊吼，一工厂才有这个机会要申请呢。97年3月14日，咱敢知讲咱台中市政府吼、哦，这是我讲起来讲前朝是较不负责任啦，就是咱内底公务人员吼，即、哦、嘛，所以讲要精神教育，要思想教育吼，整个台中市这公务人员是服务百姓，是要替百姓解决代志的吼。即、哦、嘛，我希望讲哇，剩6月初二啊啦。时间真正袂赴啊！我记几个咧，好、哦，我带条副市长啊，条局长你看，好、哦，这个前条，哦，未登记工厂97年3月14日从事物品制造加工之事实，得以下列各款文件之一证明之，各款文件之一证明之，什么意思？是讲亲这一项哦，只有8项，你看第一。第一幕内底8项内底一项都会杀你啊！结果咧，承办咧刁难，吼、哦！我今仔日啊付这个房屋税单无够，吼、哦！你还得阁送水电，吼、哦！你还阁送晒，真正处处刁难，吼、哦！这是其中一项就杀啦，要重清，要辅导就是安尼啊！人证明97年3月14日都一下设立的，这项目内底，吼、哦，之一就杀你哦！过来，第二项。
制造加工之事实，得以下列文件之一证明，也是同款啊。哦，只要发票，甚至电力公司的电表，甚至工厂团体会员的登记证，这就会使你啊，吼，之一就会使你啊。真正咱不只是百般刁难，我跟你讲，今仔日吼，真侪公司哦，我这间是大公司，哦，我卫星工厂，台中市毛设立，高雄毛设立，新北市毛设立，奇怪，啊，那台中市拢比人较缓慢，台中市那比人较严苛，偏偏种我卫星工厂，因人个高雄拢摕到临时厂灯啊，台新北市嘛拢摕到啊，是啥物原因？我奇怪了，你听，你看一下。新北市因家己定的，吼，因为本身你第二项内底，因定讲只要是1997年3月14号以前，广告、刊板、施报，吼，包括杂志内有制造有广告事实者，他们就同意了。你用证明，只要你我头提出讲，你1997年4月3日进行，你有广告嘛？你有一媒体刊登啦，你有一杂志刊登，你的制作人就准你啊嘞。啊！咱台中市唔是呢，处处刁难。过来，高雄，吼、哦，你看，咱虽然第二目的第三项，其地址应与厂址相符。这个工厂是农业区起的，有几间，政府有发门牌可以，没有门牌啊。咱高雄便民，但局只要你是地号，甲你的工厂相符就准你啊。咱台中市无啊，你无门牌啊，袂杀你啊。啊，过来申请门牌啊。多像阿明讲诶，为着要申请一个门牌，通报类哇，违章嘛来啊啦，消防局嘛来啊啦，地政局嘛来啊啦，都发局嘛来啊啦，罚单先开类。所以讲是虾米原因，台中市有17000间，敢若有1000多间愿意要来申请。你敢知影？即个厂房、即个工厂、即个头家地点，要甲人拼经济。即马日本的技术，即马中国大陆的技术，中国大陆的介绍。咱台湾的竞争已经非常困难了，啊，而且呢，都要受到政府这种无必要的干扰，无帮忙、无辅导、无协助，都已经吼参差了啊。结果呢，处处在打挑难。你敢知咱台中市这中小企业，你有用，我带你下乡行一遍啦，真的，真吼，有、哦、我是哀嚎遍野啦。吼、哦，啊，那如果咱这个政府是一个有为的。是一个愿意跟咱百姓徛做伙，是一个心态正确的。我今仔日，我政府的功能就是要协助百姓。你得行落，行落咱的民间，行落工厂。你的问题在倒，我带你到解决。中央定的法令无够，我带你到设一寡申请的办法。安尼才是咱今啊人民所期待的政府啦。安尼好不好？咱共同来拍拼好不好？当然，当然。好。来，局长，加油了嘿！第一个一定要加强宣传与辅导啦，吼、哦，袂使循规被动啦，真的是这个成效吼、哦、不彰，吼、哦，所以民怨就很大啊。第二个啦，吼、哦，刚刚我们重复有讲到的，就是我们也会为民请命啦，临时场灯的部分吼、哦，一定要建请修法要延长啦，啊不吼、哦，但是永远拢袂，嘛是赶快袂解决啦，吼、哦，再辅导团这些吼、哦，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所以吼、哦、一定要有所作为，哈、哦，好，谢谢，辛苦了。农业局长王博士，是请教哦嘿，我先讲啊吼，捌有人啊得过神农奖，全国性的荣耀是多几个产业？鸡蛋，对，有神农蛋是。吼、哦，那一天遇到我们的得主，他们哈、哦、鸡农联合了哈，嘛、哦、过来甲咱澄清，讲一寡现实的状况了吼。哦咱的这个畜牧法里面有规定、哦、我们的农场畜牧场登记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要登记，它的是根据它的规模还是它的大小还是它成立的时间？规模是可不可以大略跟我们讲一下，就最最普遍、啊、牛羊猪鸡家比如说禽类的话至少要3000只，好，3000只，这样的规模上。好，3000只吗？啊，我来听讲禽流感以后是500只。之后以后有做修正。有做修正了。禽流感以后，因为为了想要说加强这个防疫啊。哎，是。好，
啊，真济即个农民吼，即个饲养的业主吼，嘛足想要配合的，因为毕竟吼，禽类的东西比较难以管控，吼、哦，咱内管得好，外口的可能买飞去吧，就是那些留鸟、候鸟之类的，嘛拢有可能。好，大家嘛要配合啊，要配合了后嘞，哎呦呀，这本啊，念予大家听，畜牧场登记申请书，吼、哦，我从畜牧法吼。哦都已经足不得了，去饲鸡、饲鸭、饲牛、饲羊啊！我哪有法度把这本写好吼？我不用养了啦，我来做代书就好啦。我来代班就好啦，搞搞一本呐、啊。哇、哦，畜牧场登记申请书吼，自遵照不当然是表格化，拢写好，啪啦啪啦都有了啦吼。咱有人去改因，有人去改因辅导不？我们畜牧科可以来协助辅导，是不是遗憾们？伊要去，伊要去求救，嘿，啊，人过来给咱投诉啊！这个那么去问啦，问我们农业局啦，一转再转啦，转到不知道哪一科啦。之后呢，跟他说啊，阮的网站有，你就去下载。我下唔知啊，网站有下载，就是未晓下，唔知要来给恁签稿。其心可议啊，是，对不对？我们开始会请我们同仁主动来协助，嘿呐，主动协助。不能再跟我说，因为这是中央的法令，所以法令就是这样子规定哈啊，所以我们也只能协助，对，协助这两个字说得到要做得到，好，一般的农民真正是已经是非常基层、非常的辛苦了啦，好。导演，我们应该在最近就要成立一个所谓在验明大楼一楼啊哈，成立一个所谓农业长老处的一个专门的柜台，服务柜台，行动服务，像这个问题，哦。就是可以直接到那边，我们来好，有心要改最重要哈、哦。再来，这先理破了啊、哦！来，老农也老了啦，哦啊，问题是他的产业还要延续下去啊，也是在继承嘛。尊公万老不登记的时阵啊，但是规模有超过了，他有办法让他的儿子继承吗？你敢在？继承的问题我要研究一下，就、哦、直接继承了、啊。你一定要再研究一下哈、哦，因为很多的这些。建设了在家应该的的产业，吼、哦，今嘛拢面临了老农已老无法继承的问题，是安那？因为伊申请无过，这你要好好啊去研讨一下，吼、哦。那我会再去跟您请教，跟你讨论啦，嘿，好。局长，我知道你是一个真专业啊，吼，啊，这个农业博士，吼，就吼这个农果啦，吼，等等在技术上，你可能吼确实真内行、真专业。但是啊，吼，经过今嘛今日你担任农业局长啊，吼。我也希望讲，哦，你是徛住一个，要安怎让咱的农民啊，吼，即农业，吼，这个提升嘛好，种植农业嘛好，各项农民的权利福利上面，你都已经是一个大家长啊，大家对你足大的期待。副市长一点，咱可能嘛，大家探讨一下吼。其实，咱的中央政府啊，吼，马英九啊，吼，对农民真无好，吼，又一个，吼，我民间的讲是安尼，叫做“灭农计划”啦，吼，这几年台湾将近有400,000人农保的，伊要来取消，要灭农。哦，这个政策咱看到是真痛心。我是农家子弟大汉的，哦，当然，伊使尽各种方式啦，哦，过去啊，吼啊，无这个问题。哦、我记一个咧，啊，副市长你嘛听一下吼、哦，就是讲，哦，其实阮这农民啊，哦，立农保，哦，立几啊十年啊，即马咧，因为中央必须要达，即政府别个也无多啊，我厝即马政府在中央啊，我就只好来隔壁摊主来租一间厝来遐尼大。我来租出来遐大，你看我户口爱刷过无？正常是爱啦，吼、哦，因为咱人民有迁徙的自由，这宪法保障啊。结果咧，我的户口刷来隔壁，我系啊，农保无去啊。我种的好，我户口阁刷转来，我剩一个菜园啊，我种菜，我农保已经无去啊。所以讲吼、哦，真正像这种的定制的政策啊，吼、哦，这对百姓，迄时也是要灭农嘛，吼、哦、啊，像这种法令，吼、哦，针对着要欺负这农民咧。哦，这不妥当的法令，伊竟然我台湾来实施，哦，是安怎讲要差别差侪？农民哦，农保哦，六几世人，哦，结果王姓的领一个十几万，哦，安尼就袂杀哩。哦，咱来看一寡，哦，咱真正一个社会公平甲正义是啥物所在？一寡将军哦，一台湾哦，讲家庆哦，打工会，结果咧，即摆去摸大腿，去强费啊摸大腿，你看一个月领80,000-90,000。咱同款咯，佮回去还有鸟，搬去也断两三年啊，咱佮回去有鸟，敢要差侪？一个农民，吼、哦，咱来欺负个安尼啊？啊，对一个，吼、哦，恁认为
应该照顾的人，听好台服务到中国去。所以这种就是我们的差别，我们要让政府这个功能、哦、要让三星真的拜托你，你要思考一下，不可以的法令我们用来改。我们也请我们辅导科把这个意见、哦、积极向中央来建议。再来第二项、啊哦、第二项针对到这个农业，你就知道现在都知道就剩老火了，老火的老钱，其实我们政府、啊、早就定了、哦、定一个生产设施也好、哦、包括我们、哦、这个农业农具这个补助项目啦，哦，像讲哦，咱这个哦，饲料呢，哦，脱衣机啦，哦，烘车机啦，哦，包括哦，一挂这剪啊啦，哦，挂草机、铺草机等等这设备啊，吼、哦，其实农民会用申请补助，政府定这就是啥呢？申请补助三分之一啦，家己还要开钱呢，这不是讲免开钱，哦，啊，就政府提恤，哦，这农民都确实一个哦困难的族群，啊，而且因生产嘛困难，其实因未讲接土地。所以提出申请，你看咱过去，哦，这点局长我嘛捌甲你探讨过。过去，咱台中市政府过所编的哦，补助因，顶年是240几万，啊，今年雄雄因的需求，往年拢差不多类似是这金额，啊，你雄雄今年才降价，才剩几十万啊，哦，剩30-40万、40-50万，哦，迄落差伤大，这农民啊，吼，哎，感觉讲，哎，新政府唔是较照顾农民，那会变安尼，所以这点吼，咱来研究啦，哦，来变哪关心，让农民存无偌济，是咱台中市农民存无偌济。吼、哦，咱要来协助农民。啊，像讲即卖咧啦，矿化机遮尔啊济，吼、哦，啊无水塔，过去拢会当补助，吼、哦，申请中央水保局，吼、哦、嘛补助，咱家己编嘛，遮地塔市啊，吼、哦，过去阮做桥那是台中市，遮200几亿、300几亿咧，即卖一年开销1700几亿，所有结果咧，农业输比顶个较歹，比顶个较少，顶个要申请蓄水池，吼、哦，拢会当申请补助，吼、哦，10%，包括农路，过去嘛是啊，吼、哦，政府补助。一下卖偌济，农民负担偌济，是共同来协助这老农，吼、哦，讲这四年的吼、哦，啊，这三年来讲起哩晒，这农路拢有补助，即马拢无去啊，吼、哦，我讲这种的吼、哦，对农业吼，而、哦、且、这个发展啊吼、哦，是拢负面的，吼、哦，国家安怎，吼、哦，这拢是咱的国宝啊，吼、哦，台湾过去，咱看咱吼、哦，这四大人，吼、哦，阮四大人拢是农民出身的，但是咧，渐渐虽然工业发达，虽然资讯发达，但是咧。这些农民吼，这些农田吼，包括这些吼山园，咱会当继续和这些农民存在吼，依因的需要，咱嘛来检讨一下吼，卖讲一年比一年降价，甲这尼啊离谱吼，这点我希望讲，我以一个农家的主题来，希望咱政府会当来重视吼这个问题。是，好，以上。跟议员补充报告一下，因为今年只有编1000万，但是我会向市长争取再增加这部分的补助。是，好，谢谢。以上是张爱民议员还有郑朝仁议员的咨询哈。接着由我们夏龙泽议员咨询。好，谢谢召集人，大家好。好。延续吼，拄只咱啊张议员甲阮丁议员对着这个违章工厂哈，啊咱警察局，咱李局长哈，你安尼即马。对这么多啊，这个违章工厂，安尼恁的配套在倒位？你嘛简单说明者。这个长期当然是开发工业区啦，但这个已经说破嘴了哈。那短期来讲的话，当然是说第一个，中央希望我们共同地方来努力，中央延期，那我们地方的话加强辅导，好，让这个临时长灯先让大家能够安身立命。啊是。有实际啊，无我即马上界惊的是惊无实际啊，因为这问题这么久啊啦，恁的配套就多啊，你咱政府是延续的啊，咱对这中小企业是要哪交代啊？是安怎会变的呢？原因是倒位？咱台中是先来变的呢？第一个就是景气好啦，第二咱台中好所在啊，大家工厂吼拢有上下游的供应链啦。啊、第三就是讲，他都已经阳明议员嘛有讲过，拢是一个重划区，市区的工厂赶去管区去，所以管区的问题较严重。这拢是。好好好，你讲安尼好。啊，原地台中县的是有偌几间？啊，台中市有几间？台中县含市哦。原地台中市有几间？这个真正分无分无筛出来呢。诶，市区是较少啦，嘿。
啊，你都拢去出去啊，嘛拢做中卫区去啊，免讲恁拢讲的，拢安尼安尼，就是安尼讲过去尔，带过去而已嘛。我是爱恁爱实际，实际去了解讲是啊，这个原因会出现到尔啊，这严重。哎、欸，即马管区，迄王博士，我怀疑嘛无怎处理啊啦。我常咧讲，即马管区都拢唔是种地瓜，唔是种蔬菜水果，拢种啥？你敢知？种铁蛋。对啊，你就知我拢种铁蛋啊。啊，种铁蛋，即马一年是收十二担呢。对。达个月收，嗯，月月丰收呢？这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嘛，因为这个中小企业无所在好去嘛，啊，咱政府无一个配套嘛，伊还去工业区，无工业区好去，啊，咱政府呢，敢那是一项拆，就是拆尔，发安尼尔。咱新的政府起来，新的市长起来，啊有所作为嘛。虽然是短短几个月，但是呢，恁短期、中期、长期，这个要有一个配套要出来。啊，让咱这些中小企业感觉讲，咱的政府实在有用心要甲因做辅导，甲因疼惜，唔是像即卖安尼啊。人吴志强市长要去骂的，咱林佳龙在骂。恁是要害林佳龙做一届呢？你啊？哎，恁对这中小企业歪照顾歪紧，总是无少看价歪紧，卖去个害嘛。恁安尼做吼，我感觉。那个机关报告，我这局面啦。你横向的联系哈，一定做了无好的啦。恁一定都爱横向联系，爱做个较加强、更加好、更加完满才会使哩。无加这中小企业，甲你怨他都怨叹死啊啦！选好林家良来拆我的工厂，来拆我的厝。情何以堪？咱政府的配套就多啊。人较早吴志强的团队拢是安尼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人拢无人要去惹呢。伊无法度甲照顾无唔对，但是伊袂受害吧？是安怎会变安尼？我感觉足奇怪啊！原底台中市这个工厂无法度刷过台中关，迄大家拢所了解嘛。但是一路行来到即马，无一种配套啊，到即马拢还无啊，要安怎？要安怎行？你叫这个中小企业要安怎行？叫这个农家要安怎行？无唔对啦，这做菜的拢是年纪较侪无怎好做，少年的无怎好做，是讲也无来来做人打铁蛋。但是呢，会造成啥？税金、环保问题、交通问题。恁有做多一个单位，咱市政府多一个单位去想到遮个。我甲讲税金恁安怎处理？咱税务局，税务局。对这违章工厂税金有100%交予恁无？袂紧，你回答一下啊。我们现在为重，就是基本上我们不是罚，不是我们的目的。税金啦，嘿，税金我有在清查。副市长，你甲听看卖，甲清查啦。恁家当扣的税金，恁都扣袂掉啊！恁要哪个辅导？这必须是恁的配套嘛？恁是
整个横向的联系啊，做啊好的嘛。是是，可不可以容我说明一下？没说明啦，叫你说明都先费了啦。因为那个我们副市长也有召集我们，就是要我们再加强横向的联系、机关间的联系，然后以辅导为重。就是。你就随人做随人下啊。哎、欸。啊，若要发遐，大家拢做下来。哦，若要发遐吼哦，所有的单拢交到。啊，你若配套一刀咩？派谁来？因为恁即马换林家良做市长啊，恁来担这个责任吗？你们配套在哪里啊？是，谢谢议员的指教，我们会加强机关间的横向联系。本来我是无啥爱讲这个啦，啊，都实在看起来即马都无讲都袂用你啊，家己的嘛是爱讲啊，啊无这吼、個哦，咱这中小企业怨叹恁怨叹死啊。包括这农民嘛，开始在配面啊，请坐，请坐，请坐，吼、哦，副市长。哎，今日都这企业界出新的啦，吼、哦，你原来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一个企业家，吼、哦，我是希望讲，恁这个团队真正吼，要把这个台中市这企业界带出一条路来啦，啊，无干继续搁像安尼落去，吼、哦。一概念，外口基层的声音你听看卖咧。哦，我是足希望讲副市长，你着打这个当打啦吼。我麻烦你啦，找一个时间啦，坐一架直升机吼，甲咱台中县市遮吼，甲设一个灯，甲设看卖咧，看做设做啥物款。咱是一个直辖市，咱要有一个样啦。还有一个价，啊，无啦，像安尼继续落去吼，你予人看到互笑死啊！台中市对面顶看倒落就是这种情形啊，毋是原底台中市的这个大楼，咱台中县的呢，拢铁档厝、铁皮屋啊，敢会看哩？哦。是副市长，好，你简单做一下说明咧啦，吼、哦。多谢。其实来上任了吼，嘛知影这代志，因为我为干阿姑出来真知嘛吼，所以、欸、我是真正讲吼，两个嘛，一个就是安怎去找土地，一个就是安怎去甲违章的这倒下手。所以找土地的部分呢，我 A、B、C、D 编六个呢，为公用的对市民间的这开始当然无法紧。那我看个，即马无法紧，有法多紧的释放出来。所以头拄啊，议员拢咧讲讲，你安怎对违章的遮来打下手？所以违章咧，包括乌日日南日，把中国也摆。我干那简单先讲一句啦，我应当后壁来，像头拄讲的，安怎个延长，这是一个抢一个时间。第二就是真正讲，那你即马是违章的，我是要安怎？因为头拄大家拢讲过啊，伊十分钟了，现在袂来，伊就知影我来，我本来无代志，是要消防要加检查。有啊，我要安怎个？来先死啊！没错没错，这我清楚啦。我打做三十三四十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就是爱跟他们说，就是讲来，咱现在安尼要用些什么方法，让伊感觉讲丢。我现在来先未先丢钱，所以我跟你答应一点，就是讲我会跟这里跟你处理。我台湾这四个月除了找所在以外，佮因安那分合法。今嘛吼，这中小企业反映的吼，甲阮丁前甲阮就是讲。有啊，我有去啊，但是拄只也明嘛讲啊，先来先得钱啊，对啦，对吧？啊，这个是安尼。啊，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早期就讲较紧，就是讲，咱要安怎去跟人斗三工？是。哎吼，这中小企业有感觉讲，咱市政府是有肩胛头的啦，哦，唔是干那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啦，哎，打起来。对了，对了，对了。你打起来嘛，未解决代志啦。你未当解决代志嘛？没有错了，没有错。因为这事实摆在眼前，那拢免阁烧债嘛。对了，对了。事实是安尼。讲帮保守是讲万六斤啦，但是绝对是唔啦嘛。嗯。哦，绝对是唔啦，迄拢免好笑，免笑骗嘛。但是这是一个足严重的问题嘛。对了。我是不是直接建议讲，是不是咱市政府用一个专案？嗯哼。
向内政部、向行政院来做报告。嗯哼。要安怎甲这个违章的、这个违章工厂做一个专案报告，互中央了解？台中市确实就是有这种情形，要安怎还一个机会？或者中小企业一个机会，我相信是对咱社会拢是正面的才对啦。吼，我同意，我同意。应当是安尼才对啦，无哎，有影啦，像咧做菜的啦。对啦，我免坐直升机去，干那这朋友讲我就知啦。你就知啊嘛，安尼你免坐直升机上好啊。哦，等三四十年了，可能唔知。哦，所以讲事实摆在眼前嘛。也用安怎处理的完不完？我是拜托市副市长吼，恁这个团队落去，看安怎来处理，好好啊吼，来做检讨啦吼，看会当讲较早嘞无，或者中小企业真正因会当落实讲啊，我现看用结构甲讲，我系台中市开工厂的啦，我是台中市咧经营企业的啦，对啦，哎，唔叫我落去，对啦，哦，不然你请坐吼，请坐，再来啦，龙市长。你对这个看法的，对这个这么多违章的看法，要怎么处理？从农业局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优良农地要农用，优良农地啦，要尽量保留下来。哦，哎，啊，不良的农地的，我们台中市的农地几乎是都是很好的优良农地。那都拢免啦，那都免啦，我讲的是。土地吼，爱好啊去规划啦，吼、哦，该当爱予伊变的都爱予伊变啦。啊，恁若无讲中央政府无插恁啦，吼、哦，恁实在是爱吼、哦、好好去检讨啦。好的良田，咱绝对是赞成讲农用嘛。啊，你无好的咧，有部分无好啊，无可能大量使用好的土地啦，莫共骗啦，歹饮水的啊，歹耕作的啊。对不？这是不是要咱你来做一番的，好好去检讨一下？好，这部我们农业局来检讨。哦，你是农业的博士嘛？啊，博士还有博士的样嘛？啊，做一撮代志出来嘛？对不？啊，甲咱市长斗三工啊！啊，无拢请恁这博士来专家来要做啥？哎，我有感觉嘛。哎，我的市民有感觉嘛，咱的乡亲有感觉嘛，对不？是。哦，我是足希望讲恁真正吼、哦，既然来个协助咱林家良林市长吼、哦，恁啊真正用心个斗三工啦，吼、哦，卖阁讲干啦，大家干啦讲吼，有啦有咧做，有啦都有咧做，无看成绩啊。哦，哎，或者乡亲感觉讲恁对着。这土地的使用、的利用，真真正正，恁有影用心咧规划嘛？哦，我拜托恁讲副市长，对。好，谢谢消防者议员哈，阿杰的冲击，好未？好，来，我们换张昌仪议员的咨询哈。谢谢台湾主席，咱陈议员哈。首先哈，先请教咱农业局长哈。农业局长，咱的树啊，啥物甲属于是恁农业的？啥物树啊？应该这么说啦。哎，每一种树木都属于农业局，但是哈，有跟林务局有稍微一个分工。你都我别讲，恁今仔日。恁去共查，人种树有种受水这未用呢？人有农业证明的呢？你知无？哎，包员，我是我，哟，种掉水未容易。系啊，啊，我要讲恁到底啥物种树啊？带啥哩啊？你嘛要甲老百姓讲，人要做合法，结果无做合法，你嘛在要去看啦。是我去了解一下。人今仔日，人迄外那十几种的水，安尼袂用哩。我讲我真奇怪吧？导演应该不会这样子的。好，我先了解一下。啊，都熟悉了，安尼你不会这样。你先坐啦，先坐啦。我先请教咱副市长哈，张副市长哈，咱公听会哈，所开的哈，
包括科长有答应，这安尼有效无？讲的工课有效无？科长有答应。系啊系啊系啊，市长管理科啊。实在是爱知影讲，伊到底是答应啥啦？啊无？答应就是讲，咱今啊建国市场，嘿，新建，嘿，伊就是讲面积，包括所有的物件，啊，已经人答应，啊，你今啊个人改变还会使无？会使哩无？我请教你会使哩无？这个会使哩，未使实在是，我嘛唔知讲啊。科长若答应唔对，我嘛不用讲会使哩啊。冇，哎，回来的时阵你嘛会知啊。所以因老报告佫敢讲过啊，我嘛个背书当然就变做会使哩啊。好，啊，医生无人讲，唔过迄个人已经无伫遮嘛。我啊，安尼安尼，对哇？啊，我即摆无法度答应会使哩嘿。回程走去庙要伫哩啊，这个庙要承担啊。看伊合法无吧？我讲实在，我要为了这個建国市场哈、哦，我昨暝哈，真正困困煞眠梦。是，眠梦讲国父甲老蒋哦，两个煞难咧哭，讲非常可怜，恁较早咧安那打拼。既然恁这政府拢乌白母，真正非常袂使你啦。啊，你请坐啦，我请请到咱吉罗局长哈，吉罗局长。咱头前迄张大树吼，是要迁移吼，爱开偌济钱？开偌济钱？这足专业的，这可能爱地政局、建设局，可能嘛爱几啊百吧。哦，偌济钱不管啦，当初爱是协会来甲你讲的，是不是爱迁移？恁这样做好啊，咱要搁啊拆掉，这样合理？这要看几个效益啦，那。啥物效益？你当初就知影建国市场，就要做遮。你怎啊搁着落地？像我顶落地，咱要煞。报告议员吼，即顶年吼，1803年有开过一届会，是地政局开会。啊，伊那阵讲袂当煞，所以迄阵阵吴市长的团队讲袂当煞。伊开会，地政局顶年开会决定啊。啊，怎啊哩？怎啊煞无？即摆我是看看，感觉迄交通安尼会塌起来，迄绝对对哇、啊。啊，顶回开开会安尼敢袂使哩？你袂使讲顶回的代志，恁主打整体规划都要做好啊嘛。哦，恁当初吼、哦，副市长啊，到听者吼、哦，当初是宽吼、哦、三米宽，迄个三米半深。既然你即摆剩两米半。造成因要配合恁做市场的人，吼、哦，冰箱做落啊，冰箱做落，袂当入去，啊，就谁来赔？千外万谁来负责啦？局长，是，千外万谁来负责啦？开落钱啊？这咱过来想办法协调，看即卖吼，这冰箱会当找一个较好的所在。无啦，啊！你当初因这计划位，咱讲实在，这为恁设计是为57年的提来用，57年到今啊，的人成长偌济，你知无？成长几倍？人都当然是增加足济啦。咱中部建国市场有偌济所在来卖，你知无？本地啦，嘛落过几啊千单，系啊，嘿。无啦，总共有偌济人来买，你知无啦？偌济人哦，规个东区、中区、西区，足济人拢会来，啊，佫有伊佫有零批发的功能，所以有一挂介于批发零售，足济人的啦。你唔知啦，嘿。中部四县市拢来遮买啦，包括南投、彰化、苗栗拢伫遮买啦。是。啊，你用成即款的遐设计，你讲包括鱼仔蛋。你这个土土哈，包括迄玻璃桶，伊迄个箱啊装落哈，都无咋入去啊！啊，你是要叫伊安那做生意？遐是要叫伊安那做生意？过来，恁在做实在有够闲，你迄是武器呢？武器，你既然甲做楼梯，鱼啊敢爬楼梯？鱼啊爬楼梯无？楼梯应该哦，你讲一间一间咩阶梯啊？摊位内底楼梯，外口啦，外口啦，会送入来楼梯是实在是较歹用嘿。啊，较歹用，你是设计安尼？鱼仔真正会爬楼梯啦，毋是袂爬楼梯啦。
吼、哦，我请一个专业的吼，博、哦、士来回答一下。然后局长，鱼仔若爬楼梯，鱼仔若爬楼梯啊，你甲伊讲一下。那袂死以前用劈的啊，啊你讲你个专业成绩，你都唔知啊？鱼仔爬楼梯，着生菜保卫活，爱用鱼梯，迄是有水的，伊这是无水的。我市场要这样规划，你市场，我用鱼仔爬楼梯，我是要问这俩，我想你专业的啊，你嘛唔知。既然阮卸货区是有当行啦，嘿，卸货区你每一位同齐级别的时阵，迄无够啦。我说你卸货区有够，有法度。你今仔日包括你加二十单摊位哈，像谁道理？无啦，无加啦，迄本地管市场嘛有啊。你本地就是人讲115加啊。迄是临时的，去感谢遐个人是115，无唔对。啊，但是咱本地市啊内底嘛卖鱼，嘛卖肉的，所以迄大家三角做伙搬搬过，才变成讲吼，袂当讲面块，咱甲三米半这了，这当初的想象。三米啦，三米啦，三米半，你只要剩两米半尔。这个较无办法，这个当初大家协调的结果啊，嘿。那协调结果是三米啊，对啊，你这人平常照你寸手来做，啊做做这人这钱，啥物有只？咱再过来想办法看遐个，即马要入去摊位内底是较困难啦。啊，但是讲，咱铁架啊当然要改嘛是，咱个思考，啊无就是找另外所在，啊是咱家己设。啊，你头前用迄两条铁条，敢有适合？头前两支铁条啊，迄铁条有我看，我在我去市场的看法吼，我是感觉讲，你若要抬鱼啊，若要创啥物，若要较创个武器，这种迄当然咯，较困难啦。啊，本地建筑起来算武器啊，所以我咧想办法讲，会当伫外口处理了。你包括伊鱼啊，就拢减分，你料了嘛后伊，啊，这讲爱讲会通，这讲会通。这白铁啊，真嘿，可能嘛。白铁啊，同款嘛会新鲜啦，同款嘛会厚啦，迄是久万的问题尔啦。你普通人设计是一届几十年，你敢有在当几年？这敢有理想？嗯。啊，要怎样处理？这来看，当然这就是一个安怎讲，这个有好有歹啦。整体考虑来讲，因为是观光区啊，所以当初安尼设计啊，相信嘛，甲大家报告过。这卖卖啊，有诶闹交，卖卖来观光区啊，刚刚做袂动，这无办法嘿。安那无办法，啊你这样做做，恁敢讲诶？啊了后无办法，一句解决啦。啊，政府是拢即款政府，我那想别个办法啦。嘿，我意思是安尼啦，想别个办法。啊，想啥办法啦？人家人情数吼，人人数吼，嘛要几百个咧。啊！你要安怎做？要安处理啊？我讲副市长啊，副市长，你看针对这问题，你看哎呀，处理较适合。你顶工迄个考察你嘛有过嘛？你先走嘛？对。我其实我看了，甲恁有了同款，甲议员拢有同款的想法，所以我包括掌握了就甲讲，咱安怎甲建国企业要安怎营运，咱甲来想一遍。咱正个去看过嘛？咱就咱有问题吧，搞啊卡细了，浅了啥位？对啊，搞啊细嘛，塌啦！这种爱浅了，抓落落就塌啦。我一届因个研究一遍。不是啦，你嘛爱含这摊商了研究一下啦，对不？啊，恁做无符合面，我这样头头讲，你也袂回答嘛？因这样开起这钱，谁爱负责？你讲啦，万一哎，无啦，电信袂当入这啊。边壳，你唔知咪讲？哎呀，边壳啊！不，即摆导师咧想讲，安怎让原来边壳会用哩，而不是说啊，那大家个蛋蛋掉，安尼是怕算。当然啊，我是讲相爱安那处理啊。啊，我无多甲你讲，我来处理。对啊。真正来，政府你硬解决问题啊！咱来想办法，而不是你只回答讲啊，那些讲。因啊，老百姓吼、哦、要赚一口食吼，足、简单嘞。只要恁讲的人嘛照做，啊做嘞，搁袂用哩。不啦。啊，这咱一定爱共关心嘛，这是共关心是合理的啦。对啊，钱开落呀。啊，所以即摆来了解，讲到底因是因为三米，所以袂得入去嘛。
我这个要过，伊两米半呢，真的两米半呢啦。对对对，我有听您讲，这边是两米半嘛吼。嘿，啊，但是啊，主要你人讲是三米啊，人照三米寸就来做啊。嗯嗯嗯。啊，所以即摆来想办法补救啊。安怎到底安怎好？啊，你当时要想办法，当时要含人安怎处理？第一，我即摆甲金花局的市场的管理讲，咱即摆整个是安怎处理？第二，再过甲迄个啥，迄个摊商引起研究啊。啊，即摆这两天，咱所有议员看到的问题，我拢甲写起来嘛。啊，这就是咱即摆。对啊，我连照真正是，只包括伊内底内容嘛，写真济，互恁当好官参考。当然，好的咱绝对讲照咱意思。对。啊，歹的当然也无适合。当然，对咯。所以真正的部分，我嘛足希望听到你知，因为安尼我才知因的需要是啥货，才符合啦。拜托恁遐好官啦，好官。我念的真正书会替好提好你。拜托，谢谢。好，加油吼。啊，我请教咱金华局长吼，他多因咧问讲，包括咱讲的是拢口号尔嘛，无实际做嘛。口罩是唔讲啊，都过于返乡，啊返乡等下要创啥？恁敢有所在好好人？敢有地好好人？但还要听尔嘛，是不是啊咧？恁家有多位有工业区好运用？其实即卖吼，伫管区阁有一挂。甲种的工业用地，乙种的工业用地，啊，这些咯是政府爱出来甲媒合啦，啊，有找到地主啦，对啦，对。嘛，真侪所在哦，譬如讲这个海线的部分，离迄个五车沙拉拢有一挂。我讲啦，我台顶有一位啦，哈，有一天你才慢慢才听到啦。恁讲吼要灌百分离啦，都无法度做个工课啦，对不？这个重金属啦，核电力啦。既然下田地你也无法当做，你规去规划做工业用地，伊有2.54平方公里，吼、哦，甚至你着为这个所在想看嘛呢？因为你事实要互人过返乡，大家拢转来，即大家正常要转来，无所在好用用工厂。不过伊原这温吼。两个月前就开始咧研究啊，即大理、夏田里这部分受污染农地，迄落他都往国地讲。我讲啦，迄种整理包括环保局拢在因讲的。啊，迄可比五块地，大中迄地无掉，上边边拢掉，这中有掉，边啊无掉，你怎下咪啊？你请坐啦，我来问啦，我问一下咱农业局长吼，哦，你咧讲朴素，我上爱问一下，咱的鱼啊吼。五行的话，五行毒鱼，五行好鱼，你念着我听咧。你卜书毒鱼啊？嘿，毒鱼。好鱼简单啊，毒鱼简单，毒鱼你讲啊。若无食落，应该拢无毒啊。什么？当然咯、哦，这鳄鱼先生就去学毒鱼做掉的啊。一行以后三山门四，因为五道条，吼、哦，讲五行条，啊好伊嘞。过来，漳州鱼要上上贵，漳州鱼上上贵。你都假的嘛？什么你都朴素，漳州鱼上上贵，你知无？漳州鱼，唔知。好、哦，啊你不问都无半行下，你讲朴素足厉害。漳州鱼就是樱花公园过上贵啦。咱那2000个啊，那一尾鸡蛋看偌济啦！我哩，好，谢谢。以上是张昌宇议员的咨询哦，我们休息到12:45继续好、哦、业务咨询，谢谢。你不能讲啊，因为不能买卖啊，那我是不是贵到无贵？你好啊，那是道理嘞。对，那有什么贵跟便宜？我给我给保一点的比较难卖，因为他们比较不容易生产。